或许是包容，或许是温柔，或许是一场海风，或许是星空，或许是看见巷口的霓虹，或许在诗中，或许在梦中，或许是看见他的笑容，或许是广场相遇的那一刻，或许是呼喊我的时候，于是那一颗心动，我开始心动，彼此不能有懂得，所以那一颗心动，好痛啊，的心动，这是很久很久，那今天不播呀。他昨天就说了，他今天不播的，不合声，为什么不合声？或许是汗血是那一束玫瑰，或许是那一杯酸甜口味的汽水，或许是当你坐在我的副驾受罪，欢迎自己一百种开心一百种伤悲，或许是因为我们有时都像个傻子，或许是因为故事太多的时候开心，或许是因为我们除了真挚还有幼稚，或许是因为我们之间的相处，或许在时钟，或许在梦中，那你看什么，你他喵的自创的在放屁呀、啊！或许是广场相遇的那一刻，或许是呼喊我的时候，于是那一颗心动，我开始心动，反正看我穿什么的一样，所以那一颗心只差点。等不掉，等你等不，应该是等不到的，不会有人点我，还是定制好看，你配吗？我这个衣服还有一个白色的，我去穿一件。多谢。好反光啊，我不跳舞，昨天今天的衣服其实衣服好像没那么重要应该，但是它有一点反光。现在天太热了，就脱掉穿起来，脱掉穿起来反光，所以说我不爱穿白色的。今天天不热了，我们这里已经冷了，已经开始穿那种很厚的衣服了。我天天冻死了。没有，我是说，哦，不是，我说反了，我说现在天太冷了。反光。你们看着难受吗？反光白色的眼睛难不难受？还好是吧，那就没事。这样子好点，这样子有一点那个肌肤。
身体难受。你们亮度不要调太高了，亮度调高了看什么都亮。伸展一下，我们还不明显。谢谢错过哥，我本来想穿红色的一红色的裙子的，我怕你们说我想结婚，没穿红色的，怕你们说我像新娘。昨晚三点睡的，你好像这，哎，你是真的厉害啊。把你这网瘾，我的妈，昨天给我打吐了0-6，神经。没事，昨天西南我们见过，西南是谁？昨天真的给我打吐了，我真的是借我的网瘾。是，我知道一把没赢 FunPlus， 谢谢时空哥。网瘾少年在线被戒了，结果 FunPlus 只有16强，他没赢。一局也没赢，就会玩个鱼。我只会玩鱼，我只玩过鱼，因为小乔，我买小乔皮肤纯属是因为小乔好看。还好了，没事了，喜欢 FunPlus 的一样喜欢他了，金姑姑还是有趣的。西南不是猪八戒吗？你好像要。你好像有大病啊。最近减肥，不知道到冬天的时候会不会瘦到95斤。你让我拿我就拿，你真的是太飘了啊。95斤差不多，95斤挺好的，95斤就小巧一点，里面有个肉色的内衬。95斤就是很小一只了，我觉得我有一点大只。杨姐98，5、6、7、8，我跟你讲，3斤都差距很大的。一般，我是想瘦到90斤的，但是90斤太难了，我太高了，因为，没人说我肥，是我自己最近在弄。90斤真的，一般女的80斤。你说的那个女的，一般的女的应该是1.58米的女生吧？一般像我们高一点的女孩子很难到90斤的，基本上1.68米的女孩子基本上没有90斤。太高了，瘦起来就比较困难一点。你110，你1.81米吗？你有点瘦的过分了，我觉得。你那么高，我觉得你1.81米这么高，你就好像读初中的小孩子，1.81米的小孩子都比你重了。你太瘦了，真的太瘦了。我告诉你怎么胖，你就晚上一定要吃夜宵，你一定要吃夜宵。夜宵给我吃起来，吃那种川菜重油的，争取这个月到130。你差多少斤？巧了，我每天都吃，那你就吃点甜的。我不胖，但是我是那种刚好吧，我只是想要再那个一点点。我想要，你们不懂。
加班肥不了，吃夜宵会长一点点肉吧，我觉得吃夜宵会，除非你白天不吃。没毛病，人家瘦不还是怪我吗？为什么啊？怎么就怪我了？他瘦为什么怪我？我是四川人，四川的，手部运动少来一点，能躺着就不要坐着，能坐着就不要站着。一天瘦十斤好快，看我直播可以减肥。我给你放一下，我也不知道你看了你这首歌，这是什么歌呀？你们好瘦啊，为什么这么瘦呀？是不是跳舞看多了呀？心中无女人。唱歌不好听啊，难听的要死。这首歌是我歌单里的歌耶。你们，我分一点肉给你们吧，我分两斤肉给你们吧。谁要肉的呀？我分两斤，只能给你们两斤，多了我也没用。我准备分哪里的肉？我准备分，别扯扯扯，我准备分，我分二十斤给你吧，吐了，疯了吗？我准备分脸上的肉，然后啊，懂的都懂啊。噔噔噔噔，你不要脸，是小虎呀，可能是小虎呀的粉丝，哎，奖励自己十次，一次一秒，十秒钟就十次了，你真的是神速，分了不好看。太狂了吧！什么鬼啊？后臀肩是什么东西啊？怎么叫我宝贝？叫宝贝干嘛？欢迎旭哥，欢迎旭哥。你错了，我不光榜一幸福，我榜一、榜二、榜三、榜四、榜六、七、八、九、十都幸福。微凉几色，没不会，他们不会点的。我等你和阿阳开局，不开我就去睡了。阿阳今天不播，我能跟甜心开局，我能跟其他人开局。最近不跳舞，因为最近秩序组的人杀疯了，还跳什么跳呀？不跳舞的不跳舞就不得死得更惨了。我感觉秩序组都把官方吓到了吧？杀疯了。他太能利用自己的资本了，为什么这么说？关了很正常的，基本上都会关的。最近真的疯了。按理说其实没有那么严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还是跟疯了一样的。是剧组的，是不是谁女朋友把他甩了？生气了。欢迎扁明哥。欢迎公爵的扁扁哥，他拉个票是这样的，哥哥哥哥，要洗，下次我就去举报他，他再这么摇，晃得你们心荡漾。今天不是王，不是王者吧？我记得王者吗？都会随时间退缩。
三百五十去的。我不会那个部分，我唱歌真的不好听，唱歌是我的短板，很辣的。我跟你说，灯神，我的歌叫辣歌，跟我一样辣。哈哈，慢歌，爱的供养，这谁说不会呀、啊？不会呀、啊，爱的供养。杨幂唱的那个啊，居然会有人有人给我打电话，谢谢生命哥的十个粉丝派，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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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谢谢好运放吗？放好运吗？找个人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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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我不唱，我不要，还不是好日子。校长，校长是谁呀？主播名。哦，哦，知道了，我八点钟。我不买。不买啊啊。听说你最近不买 RR 的，今天有加班吗？可以多播播呀，当然可以呀，没毛病，多播播。月半小夜曲，好。是不是真的？此处的真，是陈慧娴的吗？还是李克勤的呀？你想听男生的还是听女生的？听女生的吧。过错哥收徒弟吗？错过你要收吗？他是对真假不重要，他是老色批就完了。老色逼徒弟呗，还是什么徒弟？晚上直播吗？播的，晚上直播的。偷偷在下面看，你最近都是悄悄咪咪的。对，啊，粤语真的很难。下面怎么？你是？男孩子不能太懒了，不能总是在下面。这个歌声怎么那么小啊？好。昨天晚上要给你上，然后就你说让我先休息。啊，我去撤几个。偷车，开车还差不多。去撤几个？哪来的我哪？怎么会有那么多的？那不是你的。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他似这有的，他们好多人改名字叫一颗小虎呀，我不知道是谁了，这个是谁呀？打几的？是这样的，小虎呀，是吧？等下次来了就知道了。不是很敢去。你扣个字，我又翻不到你的弹幕了。我多撤两个吧。他竟
的吧，菜你的，撤的吧，你的要的干嘛？你的告诉我，你的可以撤了，铁子。欢迎相爱哥哥。五味哥的，小虎牙是五味哥的呀。美分美他世界如意，哼哼哼哼，再看看再看看，过分皱褶安然，空城苦涩妲己，妲己最近没玩啊，撤了吧，下次来这里还是好了。欢迎书生，揍死你，来揍你，可爱。准备好你的屁股，你的屁股，准备好你的嗓门，你的屁股。完了又开始了，撅起来。跟苏老师聊天啥的，别老上来就连拔了，看，哎呀，那是跟你苏老师聊天，又他妈给你拔了，又。说咱俩打，咱就玩点数据吧，咱们行吗？咱们玩点数据，玩太混了这两天。对，那我们就打打突突，输出唱歌的嘛，行吗？特别简单。谁跟你玩？狗都不玩。哎，我跟你玩这个，我就想听你唱歌。狗都不玩唱歌。哎呀，就玩这个，特别。我不听你唱歌。对啊，这个。那行，那你发个别的，你发我发别的也行。我发屁股蛋蛋。行，好，你输了你唱歌，我把台词，我把歌词发给你，你唱完了以后。你先发我，我先看看。好吧。好，把歌词先发给你是吗？嗯。好嘞。他们又是什么损东西啊？嗯。肯定不是什么好词，你要找二哥，二哥你去群里叫他。啊，发给你了，歌词。有病吧？卡的头像。哦啊，是吗？对。那我你输了你也唱吧。行。有一定要有感情啊，必须有感情，有必须投入，必须知道吗？录视频那不能发啥玩意儿啊！这不赖我，我啥没干呢啊！我还没开始啊呢。没关系啊。这跟我没关系啊！吓死我了，我操！这不赖我啊，是吧？这是肯定是你穿衣服的事儿，肯定是你穿衣服的事儿。不是他头像，不是他头像，不是他头像，是我自己。我头像没事，刚才我投屏了。他说我上衣，哪个傻屌举报？肯定是衣服的事儿，肯定是衣服。这么过分，没得干是不是？好了，又到了苏老师每天直播换衣服的时候了。是没事干。我们的苏老师一天直播不换八件衣服，浑身难受。我先换个衣服可以吗？还是说，嗯，换个衣服吧。这衣服谁看谁不迷糊。这个脱衣服的声音，我感觉我又好像是搁办公室里上课呢什么的。这个声，这声我好像又感觉我搁这上课呢。刚剧本演的冒汗了吗？演吐了直接。代入感这么强吗？随时要进去的感觉。可是你说谁呀、啊？你说他吧，咱们可没有了。我是播一个月一个壁垒都没有，真的。欢迎大马啊！
大马是把马甲改了吗？大马呀，你的身体慢慢离开生命，天上风无情天。他是给马甲改了，太狠了，真的。孙老师又拍。那时候咱家圈他马甲，我圈他好几回了。大马，你记不记得？很早的时候，胖虎那个时候咱家。啊，我不知道这衣服行不行啊。我看还好。你这应该差不多吧？差不多。嗯嗯嗯。都裹成这个样子。那来吧，咱们。好。算了，师兄输了还是去夹屁股夹夹棍子吧，不想听他啊。哎，为什么没有啊？那你就点进来，我再邀请你就行了，或者你再你点进来邀请我一下。兄弟们，这个才是今天的开餐啊！真的，今天这才得开餐，这才能开餐呢，家人们，这得团一波，要不拿不下的话，今天咱们可能说是颗粒无收了，可能。我们不要做第一个被他打死的人。我们不蒸馒头真可惜，我们。咱们扣扣一。我们扣扣一，打他给我拍屁股，打他给我拍屁股，拍屁股，让他给我拍，让他给我拍。怎么也不去续费的，我现在慌得要皮，我是不是啊？我也慌。神明哥，我把你抱上来哈。续费吧，大哥都走了这会儿。他家大哥马上就要开始刷了，你看着吧。我们一颗一颗，谢谢我错过哥哥，感谢我错过哥，好多的六六，谢谢我错过哥哥，感谢神明哥，谢谢错过哥，谢谢神明哥，哇天，感谢我扁扁哥哥，谢谢，谢谢哥哥们，冲冲冲，打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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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锤爆他的狗头，锤爆他的鱼脑袋。感谢神明哥，谢谢神明哥，谢谢指导哥，感谢猪总，谢谢猪总，感谢神明哥，他没有停，谢谢神明哥，哇，我们一波推一波推一波推，我们加油一波推，感谢我破啦，哇，谢谢灯神的续费，感谢灯神续费乘以一，我们看看能不能一波给他平推了，平推了。谢谢灯城的十张粉丝票，谢谢。打他，他就剩一个塔了，只剩一个塔了。感谢神明哥的粉丝票，他只剩一个塔了，一个一个一个，他要没了。感谢妹妹哥哥，谢谢上来哥的守护，拜拜。今天周六不上班啊？你罚我什么？罚你在屁股后面加一个遥控器。那我咋拍呀、啊？你就开启那个，哎，算了，你唱啊啊吧。啊，我们听听，你是真凶。就把这上面这个摘掉，你先啊，我把上面的衣服摘一下，感觉它没什么用。我其实觉得这点衣服才是，他唱他敢唱，我不敢听，我们听。不要怕，我觉得那个比较适合你。管他呢，收图。你在干嘛？
这是换衣服了吗？没有啊，我把上面星光还要吗？嗯，要那个年度星光，我可以拿一个奖励，然后可以充票，要的，可以充票。你在干嘛？哇该哇！谢谢上海哥哥的三刀九九九九！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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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太帅了吧！这也太帅了吧！天哪！穿上更好看是吗？那要穿上吗？你们觉得要穿上还是不要穿上？这个上面这个上面这个套子、啊、要穿吗？发给你了啊，发给你了。啊啊啊！哎，你的妈！干嘛呀？你礼貌啊！别发群里啊！这样，你别，别发。好吧。二台今天要打漏了，二台啊！我一看他那么一顿，也是。你有病吧？我一会儿去打甜心，让他干这个。他们肯定会有人点开听，你信吗？他们肯定会直播的时候点开听，全服员肯定是直播点开听了，要不然他不能这么说。你别发群里哈。嗯。他应该是听了。全服员直播的时候听的。嗯，你真的谁高谁？你为什么会有这种馊主意啊？我们突然灵机一动想起来的这个。你不吃冰淇淋啊？他们老有公屏啊！你们确定不看吗？嗯嗯嗯嗯。别让他们看，多大老爷们儿，我给他们喊旗杆了，多尴尬呀！你说。你先衣服穿上，好，我现在把这个雕牌剪了。嗯，能看吗？可以呀。你想看我给你看，我们家有大哥很想看，我给他看。我没听着，胖虎，你带啥？我都没听着，你听着啥了？元气。啊，不打了吧？我没打过他，我走了啊。嗯，去吧。欢迎虎哥。嗯。去吧。打漏了怎么？打漏了。把衣服穿一下。你还要去打别人吗？这都进局了，我看看啊。李佳佳应该可以，我感觉李佳佳。我去打甜心。甜心没播呀。播了，甜心啊！我看到，我今天开播还看到播了。甜心打突突呢，在那儿。等他突完，我要突他。你突完他能发群里吗？突完。当然可以。谢谢你，拜拜。拜拜拜。嗯嗯，穿上，等等，说我捋一下哦，我要捋一下。他有一点不听话，这个衣服。嗯，十四名了，十四了。Мой автограф у тебя внутри, в груди. Все, что хочешь, можешь говорить, говори. Мой автограф у тебя внутри, в груди. Все, что хочешь, можешь говорить. Говори все, что хочешь, и не надо стесняться. Сегодня ночью мы с тобой превратимся в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你们让我打几下，我大概知道你们是想让我打哪里，对不对？
今天真的好冷啊，我这两天不都是在穿的是裙子吗，在外面把我吹的腿给我吹的。太冷了，打扁了，打不扁了，微不重启的。我不太清楚天气，我不知道一夜之间这么冷。欢迎小姨。真的就睡一觉起来就好冷了。嗯，小太阳。你那多少度了？我饿啊，蛮冷的了，十几度。没看天气预报就是冷。嗯，我最近胖了。好，西安还好吧？玩吗？我冬天不会多吃的，我冬天反而不喜欢吃东西，因为冷，东西凉得快。杂音好那个什么、啊北木还打小报告，他北木是我的眼睛。你帮我吃吗？北木就是我的火眼金睛，我跟你们讲。跑骚的时候他都会向我跟我说，谁是谁，在哪里，在哪里，哈哈，绝了。打个三红。真的，他真的是我的小眼睛。我在哪里看叫的谁？北漠，我跟你说，我决定给你那个啥了，我决定给你奖励。找不到那个腮红了，就是这个吧。还好我的腿好看，看呗，对不对？谁都喜欢看美女，看嘛没关系，你就用眼睛看就好了，你不要动手，对不对？谁不喜欢看美女，我也喜欢，对不对？天天看我要看吐了。噔噔噔噔噔噔，但是你们不能说天天看我要看吐了，我可以说，你们不可以说。找不到三号，三号我说的动手的时候眼睛这儿。胸好，胸应该老了。
行吗？没有，最近秩序组比较夸张，秩序组最近杀人杀得好厉害。那你喜欢看什么？你喜欢看我干嘛？排骨，排骨我还没有看。貌似穿的白的什么白是我吗？去哪里看？北漠被禁言了，北漠在被禁了。Hello 呀 ，Hello， 突一下呗，玩一会儿呗，反正没事干。我没有钱呀，你突我啊，我没关系。聊天呢，来呗，咋的啦？来嘛，不是说衣服吗？来嘛。又嫌弃我了是不是？又嫌弃我，总他妈嫌弃我。你叫什么名字？不要听你、啊、我为什么这个突突总是打不开呢？有的时候等一下我看一下突在什么呢。啊我都是你在要求我吧，你等会儿，你等一下再要求我，还没打开呢，我没打开、你要求我姑姑本来就是那个什么吧，他应该是东北或者附近吧。平壤、在东北长大的。哎，会全平台禁言，但是不会轻而易举全平台禁言的，禁一两次没事的。你如果是被，就是禁个一天，禁个100多次啊，或者200多次啊，就会被全平台禁言了。不能不说很难做文艺，他就混这口饭吃的，就是我不好他也得说我好，你知道不？嗯嗯嗯。我们玩红包局吧，我不罚你拍视频了。好，多少钱红包呀？52吧，便宜点。红包的，便宜点是多少啊？那88也行，88吧。人还挺多。不行，52吧。玩38的吧。52好听一点。28呀，那28也行。52。我们三点的行吗？啊？52的。太贵了，我没有钱，你这有准备的你玩红包的。我要家里面有人的话，我给你，别说要，别说玩188，我都给你玩。要是你上票的话，那28吧。我当时说，那要不发视频吧？我们不发钱也行，还是发钱吧？我们扣个一呗，我们扣个一呗，28块钱是不是？28块钱，打他，打他，打他。谢谢大布布，感谢大布布，我们友谊的姑姑姨会员真好呀！谢谢大布布。今天就怂啊，今天怂不太好吧？感谢大布布，谢谢小亮，感谢微凉的续费，谢谢微凉续费。感谢我爸爸，感谢布布的十足连金，感谢我陈伦，哇，感谢布布，他还是有钱的。谢谢扁平哥，谢谢
惜它不算任务。我就觉得我的28不太饱，送我九天太贵了，5000元。我就觉得谢谢啊，感谢谷谷为我们电视。你微信扣我一下呗，悠悠。想电视啊？哪有能量石？能量石我被我还掉了。咋有微信不？星光灯它不算这个星光的那个筹集任务。啊，苏英，嗯，还打礼物进去，可不咋的。我俩有微信的呀。哎，我加你吧。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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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猴儿今天播那么早吗？卡微信吧。星光证是可以直接送了，但是他好像不算这个虎毛的任务哎。九，我还差60、70、80、90，我还差30块钱。这一天太难了，人在家中坐，不算，嗯。谢谢你，人美心善。我们今天又可以上电视了，幸亏没玩大的。我就觉得玩大的肯定玩不过。你俩来三三吗？我俩去省你玩三三不？果果，我刚对啊，我刚看着那个谁，那个可以、啊、小赛说的是不是？哎，对、啊，去呗。然后那个他跟子明是一个局吗？你跟子明是不是一个局呀、啊，小赛？算星光值。对呀、啊，跟子明是一个局吗？要是刚子明也问我来着，他俩基本发消息都发的。我们上电视啊，他不跟子明不是一个局，跟子明。哎，你这个钱我半天都收不了，怪得很，我点了4次才收到。他不是一个局，你要去吗？局的子明，对啊，那，因为子明先跟我说的。啊，那好吧。然后小赛，对，大家打起来的时候，我没打之前，子明跟我说。嗯，那你跟子明他们去吧。那谁说一下，跟小赛。明天一起玩哈。好，明天一起玩。拜拜。嗯，拜拜。拜拜拜拜。嗯，不愿意给我说。嗯，我抽了，我上电视抽了，开宠粉模式，压毛钱上电视。上电视，上电视呢？我的上电视呢？或许是心宠粉模式，真的解决吧？宠粉模式，它是28是吗？那就。28，可是会不会28今天看？本来就是赚了钱就跑呀，我还让他打回去啊。以前关注过，后面取消了。你告诉我，我们这群人有谁是你没关注过的？他，嗯，蛮好看的，挺好的。虎牙的女主播真漂亮、嗯、所以你太好要的，我以后想上电视我就出去吐吐别人红了，让别人领取，让别人给我们出基金多吗？那不是9000多吗？啊，我把尾巴摇来啊，9800。等等，林志有钱，昨天图图老有钱了，没钱了姐，这次靠你了，哇，有钱，靠你俩了，没钱了，没钱了，他还有钱哈、哦，嗯，太有钱了，嗯嗯嗯，我说演哦，谁带你？天哪，啊，算了，我还是发群里给你们看，尾巴连着麦呢，财经他妈的，等会儿啊、哦。小伙出马三三他怎么连麦去了，等我拉人啊、哦、整一手我看看，我不准把我踢出群啊，嗯，我快骂这连一脸的，我知道，嗯，这太尴尬了，你将会是我群里最后一个八级进去的人，哎呀，快了快了太快了，嗯哼 Hello Hello，Hello， hello, 啊，等会儿来，我问问那谁来不来 ？Hel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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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你也八级了，你在呀？你不是在吗？说啦，姐，欢迎 YY， 上班了。等会儿、啊，一天没有积分就很难晋级，因为我昨天玩脱了。哎，我这个小时会不可以拿得到小时榜吗？
欢迎归来，欢迎归来。现在是小时榜第一耶，小时榜第一80万，相信我。还有波波的订阅，谢谢宝宝，相信。下个月才零，你们相信我吗？等会儿啊，我看看他回我一下子，不回我我就拉别人了。你们会相信我吗？行，嗯。准备准备点钱嘛，咱说实话啊、咱打一把就是说牛逼点。这条到能一给我开无限亲密的时候，开到那一刻我就立马给他转，不管我什么时候把我踢出去。你相信我吗，姐夫？你相信我吗？欢迎地仙，地仙你今天是今天阿阳不播，你就待在我这里吧，我帮他保管一下。先待着。他们相信我，他们选择相信我。等会儿的啊、哦、差一个。少了个，我给你跳。看来真的是。我们吃饭了吗？没吃。玩吗，大姐？不玩儿。不行了，你陪我玩一把，没有人了。那你玩吧，我去洗手间，我上个洗手间，啊、你们开始。我来准备了。行。大家心急火燎啊！我上个洗手间去了。你把你那个 BM 闭着了。就一忙不上了吗？啊、来吧，啊。那蔡哥，你放音乐吧，我就不放。那你太亏了，你亏大了。我有这你太亏大了。小吴，给我刷。我上票了，哥哥们！其实哥哥们，我们上点票，我那个星光羊毛还没有捞到。上分了，上分了，哥哥们！老爸，老爸，相信我，就像等于相信你自己，相信你的好朋友，谢我爸的压三压四，下下！哎呦我的天哪！谢谢我爸的压三压四，相信我！小小伙送出的能量，相信我，相信我！我千人说话上话一诺千金，十条马都追不上。玄哥，欢迎。相信我，信我哥，你上，我爸你上。还差多少？看我们还差多少？哎，我们还差2000个小星星。哎呦我操！这一次给俺们上麻了吗？这是？对面没了呀，对面。哎，我快死了！不能，把对面不能没。打他啊！对面没，对面没。我们又没有10块钱，三哥。还有没有30？有没有30？我们30可以。我差两。我们三千。帮我数个小星星，好，差2000个，差2000个小星星，可以吃到官方的羊毛。有没有三十？感受小姨的星光。打三哥。谢谢指导哥，还差9块，4块，7块。我怎么没有听到？谢谢。我操你了，对面700、800了。我操，怎么29吗？怎么破千呀？我操啊！怎么29了？对面能破个百了，对面。真好。能不能跑后半月麦？我靠！哎，我这衣服款式是跟他一样的吗？啊，我脱了，我脱了。你俩是一样的，但是你俩穿完了之后完全是不一样的。哈哈哈哈哈！大姐，算了，我把上面这个穿了。你俩穿完了以后是不一样的呀。我脱了吧，你穿着吧。素颜行，素颜脱了。他这跟我好像啊、哦！素颜把你尴尬的脱了。哎呀！不是他的衣服肯定不一样。对面能追对吗？对面。我靠！你还脱？哎，我这个脱不了了，我这脱不了，肯定不是一样的啊，不是一样。不然太像了，就撞衫。他这个能脱，他那个不能脱，一个能脱，一个不能脱。不一样，真的不一样。我觉得肯定不一样，因为我这里有一个那个。他这个是这样的，我这个可没有。要一把66。我这里有一个褶皱的声音。刚刚是上衣了，我为什么听到两个声音啊？你们还有谁放歌了？谢谢神明哥。是有两个音乐吗？
哇，感觉在那叫叫叫叫。哎呀，你打哭了。哎呀，队友太强啦。队友太强了，队友太强了。啊！咱俩啥也不用干了呀，千冷。赵丽，我干过了，我干过了，我干过了。大哥六六六，大哥六六六。风头。别急，别急，我们今晚马上就能发力。啊！这个也太长了吧！29块钱可以。快，就说你激动起来呀！真是你脑。我现在都充两千了，咱。你敢说意思呀？怎样？不是你给我再激动，你气死我了。欢迎半夏，欢迎半夏微凉，欢迎半夏微凉。下一把六六六。哎我操，把鼻子。风头哥哥，风头，哎、风头能哥哥。欢迎九爷。对，欢迎吧，谢谢微凉，十个人情况，谢谢微凉。九爷喜欢吗？哥给你们倒贴钱，刷一个万元把风头钱是吧？风头一下，来大家风头一下，风头一下。风头风头风头开始保护蔓越莓29万元币给他，咱家上保护蔓越莓冲下一页，这都属于保护了，这都属于这都属于保护了。谢谢谢谢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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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个噔噔噔噔六个六个。哎呀哎呀，风头一下，妹妹不要克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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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克制。晕吗？晕奶呀！晕来了。感谢硬哥十组六六星光。帅哥你不行了呀，帅哥。感谢硬哥二十手艺。不行了呀，这。硬哥你牌子老了，然后。OK 了。看着头晕。我让一个就是说吃过了三个月的气足过零次，没有吃过超过20只法，才六个人的距离给我埋去了。头一次，说我们不行。真的头一次，你是个有内涵的人话啊，你是个有内涵的人，就对于这种东西不动声色，不是特喜欢，就是准备好。别别，欢迎华哥，咱们上一上吧，帅哥。我就喜欢你这种不是那么肤浅的人，什么肤浅的人啊？抖一下，抖一下，抖一下，抖一下！哎呀，别在这算来算去的，别别别，抖一下，抖一下就行了。直播间有大哥吗？我把那头发，我想把头放上面。对面对面打麻药了吗？一厘米吗？不敢狂，我不敢狂。一厘米，一厘米啊！妹妹有钱，不能。好了，退款。抽烟来。他不恭喜小姨中奖，我直接转给你的。我把我的宠物露出来，我看看有没有，就是，哎呦我操，什么玩意儿？反正是吃吃，就转给你啊。太过分啦！噔噔噔噔噔噔，没中，你用砸？确实是打麻药了哈。这个一厘米了啊！那我不好意思说，那让菜冲给你冲吧。有件事我不说，他们在这一直上电视，你就合着刷屏，你一个也没看见啊，知道哥？刷的呀，不刷不给你们看了。我把放小了，刷脸，欢迎希望还在，太行了。上哥说我一刀九都没有中，这玩意儿整的自己意思的哦，吃不了费。嗯，好，把群里发蓝视频的那个人踢了，那不是我吗？欢迎亚轩哥，欢迎亚轩哥，欢迎欢迎边边哥，不刷不给你们看了，是我呀，我发的呀，你要踹我呀？这个人多多少少刷点呗，多少有点心疼索拉了，贴纸。宁夕拉拉票啊，宁夕啊！林振，你倒是罚他们呀，狂起来呀！咱十二分钟就罚吗，姐？啊，没有，是不是得十分钟呀？一点也不狂，真的，我屁聊天要上去，你看我怎么狂的，真的。姐，真的，你要这样去小赛的话，你早就开始了那个什么了。真的，原来你们是要惩罚我的呀！我下次我看你咋狂的，跟我学学学学学。一加一等于三，一加一等于二。你当我傻？一般人家跟我玩都不惩罚我的。我们可以上一上吗？公哥哥，我们可以上一上吗？
但是哦，来，我们还差八，要你别输钱，欢迎输钱、啊，还有一分钟，还有一分钟，还有一分四十秒，我稀罕，对面马上做惩罚的呀，对面行不行啊？哎呦，哎呀，这大哥，宁熙这没上来了呀？没看错，这是你俩上的吧？这是啊，我操！谢谢大哥，谢大哥，我们薅到羊毛了。OK 了 ，OK 了，来。啊！我也想薅羊毛。还有一分钟惩罚啊！让他们抢啊！一千八百个薅羊毛。还有一分钟，还有一分钟，还有一分钟。直播抢吗？直播还是薅羊毛好不好？啊！我看哥哥哥哥薅个羊毛好不好？你看一千八百个。哥哥哥哥别这样送了。他们如果直播上啊，那就是啊。哥哥哥哥，我也想薅羊毛。哥哥哥哥，我想薅那根五根空头的羊毛。我靠，我还没薅过。会六杀，直播唱会六杀的，会死掉的，我们都会死的。噔噔噔，这个因为这个有暗示，暗示性太强了。对面吧，就还有四十秒，还有四十秒，对面不上了，对面。没有做惩罚，别急啊，一会儿打吐你们。啊，好的，我等你打吐我们。可以罚他们这样的。一会儿打吐。可以罚他们这样的。咱一会儿罚他啥呀？咱们。合意上了啊、哦！你们说吧，罚啥？啊，咱已经能商量了，咱罚他啥呀？美美的大猪蹄子，看着那个漫画，我看不见他的身材。你是生怕刷错了，你是生怕一点点刷错了，你是。英姐、冷姐，咱罚他啥呀？啊？罚啥？咱罚对面啥呀？可以罚他们这样吗？啥？可以吗？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吗？这是早惩罚吧，您这是早惩罚吧。行行呀，你不要看那个动漫模式，就是林夕，你把那个动漫去掉。你俩真比武，真比比武。我就是想看林夕，林夕，你把那个动漫撤一下，就是露真人，就没有人来惩罚呀？他嘛，他做这个才好看吧？我就这个稀巴烂。我这要捂什么？我这个手非要放上面干什么呢？我这是进去的。再刷十个不太够，你再刷十个。真好，这个惩罚真好。哎呀，这个惩罚是不是太轻了呀？刚刚你们换，可以随时换的。不轻不轻。哪里太轻了？你让苏英做，你还觉得他轻吗？林真，你换吧，你换一个，你换一个针对他们的吧。不，咱就要这个惩罚。可以换的。姐，你说啥就是啥，姐啊，我不说了，我看戏。嗯嗯。啊。咱就罚这个。再来啊！再来十个啊！你会不会散呐，姐夫？再来十个，十个就够了。都没有人要看一眼吗？这么好看，不看吗？平时你们起码得刷好多，他才给你来。当然好，你给他一眼转一下，我一会儿给你转。是对啊，他也不上呀，要不换个惩罚？没意思，咱们做啊。要不咱换个惩罚吧？要不咱换个有意思惩罚？是像得了你换呀，我也不知道罚什么。这个他们对他们来说太轻了。我要不你们站起来。哥哥，站起来干啥呢？站起来、啊。哥，站起来。站起来干个啥呢？跑步啊。单车啊，还有啥呀？骑单车吧。骑单车啊，行呀、啊，可以可以。行，你们好像什么赢过，他妈换他妈俩惩罚。你们这个对你们来说不痛不痒的吧？哎呀，主要是我觉得第一个惩罚对你们来说好像就不算惩罚了，应该。欢迎我九爷。哎，好，马上就让你们整死啊！我操！我操！感谢我九月去飞公爵啊，四个月啊，四个月！我操！感谢我九月啊！哇！四手、啊！大哥牛皮，大哥牛皮，大哥牛皮，四个九！大哥牛皮，感谢我九月，感谢我九月啊！整死了，真整死了！我操！你们抖！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来吧，你们上下抖，你们上下抖吧。但、啊、希望还在。你不是单车吗？不是单车吗？我九爷，不是单车吗？他抖。别！把苏英，你把手拿下去，苏英，我求你了啊！我求你了，你把手拿下去行吗？不行，我踩单车都逼累的，所以说我得单车啊。我坐着都逼累。
那你手别使劲儿，行吗？你就捂着口就行，你让我们看看什么叫绿豆，行吗？啊，就上下那种浮动可以吗？让我们看一看啊。你捂一个手就够了。捂进去，我是这么会进去的。那个手，那个手别捂住，哎，那个手。不是，我是这么会进去。OK 了。嗯嗯嗯，拉大，来拉大给你们看。你把你自己拉大吧，我把它拉大。哎呀，我操！感谢我九爷啊。哎呀，你使点劲儿，你就想象一下，你现在下面有老爷们儿，大兵啊，姐的人能忍吗？姐，咱追上去呗，姐啊！感谢我上来给他放我九天，咱追上去吧！我操，有票！我的天哪！来来来来，你们站起来吧！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来，你们继续上车吧。等一下，有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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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嗯，哦，这个不能薅羊毛，我也对哈。不过没事，我没有见过凤舞九天，好看哦。我靠！我操！咋了？咋了？我操！我操！咋了？我要把它挂出来，是没有，这个太帅了，我操，我操，我操，哇，我操，哇，我操，哎呀，哎呀，太帅了，我天哪，一下子上来，可以，我靠，感谢大哥，啊，哇靠，哇靠，哇靠，感谢我哥，感谢我哥，真太有钱了！谢谢九爷，我的天！拜驴驴驴驴驴！谢谢大哥，天使天使天使天，这不他是黑暗中的骑士。啊！不是我们那儿的，是啊，这是靠家人，我觉得靠家人真的很牛逼。九爷这人狠话不多，瞬间懵逼，第一次得意，你还抢到了，人狠话不多，从来没有抢到的东西，啊，没抢到的，对，下，这是谢谢九爷，我的天哪，第五了，大哥真好，啊，可能是不想让我真的是一轮游吧。哎呀我的刀，来给树上放帽子，还给我放，欢迎朱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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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们，是他，反正来的时候就是这个马甲呀，你们还分是不是吗？嗯，这个真好看，风舞九天真的是酸呐。真好赞啊！哎，苏影行，苏影现在就不拿手了，真的手不挡。哦，我忘了，谢谢提醒。啊，求你使点劲。忘了，我去看了一眼《风舞九天》的特效，啊，看了一下特效。使点劲，使点劲。啊，啥条件了？看《风舞九天》太奢侈了。因为你好像更奢侈，你家好像更奢侈一些。没有啊，我们是在完成这个条件啊，这个条件上面是不是玩我可以拿薅羊毛嘛？《风舞九天》薅不了。嗯，对，他凤舞酒店喝不了，都算是新礼物，算积分的。哎呀妈呀，嗯，那我也耗啥呢，我耗六本书八本书啊，好多人呢。噔噔噔噔噔噔噔，第五了吧，第五了。这里有一条红印子。这你签领这抖的，还有两分钟，还有两分钟，还有两分钟。
千玲，你就是说咱是实话，千玲啊，你大可不必就是说别猜大哥了，这不是你把这个手放这块儿，你没有必要往上吐。看大哥聊天就知道了，他又不是。哎呀，没必要往上吐。累得哇，没吐。第一次看到这是太累了，没想到刚出来我就能看一直在动。好谢谢上来哥，帅气哇！感受上来哥的威势啊！我的天，大哥牛皮威十二啊！哇，这太牛了吧，这个也行。先别高兴，接着抖，还有一分钟。是你想要抖完啊？抖吧，抖吧。那怎么的？这大哥刷了这么多，该抖还是得抖。天哪！老板投诉苏英偷懒，他还偷懒呢。我啊，他是最不偷懒的一个。我说实话，苏英就是偷懒儿，都比就是说不偷懒的强。没说你啊，天哪啊！确实说你点我呢。我说没有没有，没说你，我说我大姐。新礼物都不算积分，算的算星光值的。积分的话是根据你星光值的排名的，守护跟复活九天全部都算星光。你看我刚刚十八，现在已经是二十了，算的算的。他这个不能逼吧？他这个哪里已经算有逼的点了？我看了一下，加了，全都加了。新礼物他们说算星光的，我还跟他们说算的呀。来了。OK 了 啊守护上分了，没事啊，没关系。所以你为什么这么大？因为我是大姐说，你为什么？因为我也想问为什么这么大的。你别跟我整这些凤舞九天。你要往大了。除了不能薅羊毛，其他都一样。嗯，对，我听他们讲是都一样。这个女人的脸一看就是软绵绵的样子。哎呀妈呀，不是你，我感觉你应该是看了她胸软绵绵吧。太行了，真的了，欢迎手语啊，是不是？他就一个脸，我不信你看他是软绵绵。哪有脸软绵绵？欢迎手语，欢迎手语啊，是不是？麦咱们怎么样？没事，不用纠正那个，有什么惩罚吗？惩罚是咱就不惩罚了，行吧，我看看咱怎么整，快。我请那啥吧啊，我俩去，我发发红包啊。那如果发红包的话，我发，不用你啊。那我就不客气了，不用把我拉进去。那个你用进去抢一下吧，就对了。我不用，欢迎混子啊。他们好谢谢。那我就，那我得谢谢他呀，那我得等会儿啊，我得谢谢他，我得啊。我打千冷，我他妈出了个千克，我去个去。嗯，等会儿，千冷，你微信名是叫扣扣不？对，知道好哥。啊，你备注一下。我知道啊，我就说是不是你？欢迎九爷的小青龙，很帅。原一个也是青龙，有十八，有一万八就有青龙了。完了。我再给宁夕拉进来，宁夕微信我给大爷拉进来，你们一起抢吧。哎，我现在这排名怎么还是第九嘞？宁夕，你微信叫什么？宁夕，动感高人，动感光波吗？不是，动感高人。我没有啊。哎呀，你居然我没有你微信，操！我怎么居然给我这个备注？去你妈！我给我前妻微信拉上来了你。总榜吓死我了，积分总榜十六三十一，能不能打个备注呀？再说不知道，我有你备注，我一下想不起来了，太惨了。三十吃礼物吃的，你脑子有点充血了。我跟孙文文的分是一样的，是吧？我看看，你们抢个红包，祝我抢到最高，哇，我抢到了。牛呀牛！谢谢大哥，谢大哥的红包。第五能活，但是得明天，得明天，明天你还得花二十多。为啥我是四块？二十五块。活，但是明天你得努力的活。凌晨抢了四块钱。
今天第五可以苟延残喘的活，然后明天得努力的向上活。行了，抢完了啊，抢完了，这么地儿呗，是不是？行。啊，这么地儿吧，啊，也不罚了，没啥罚的啊。对，前三就跟我们没关系，就是拿后面的分。行。我感觉这他妈好像是罚我真的。啊，你把我弟弟大爷发红包儿，这好啊，好像是哦。今天拿是最划算的，今天拿是最划算的。这罚我是，这是罚我。但是今天太、太啥呀？太阳啊，太贵了今天。行吧，那咱们撤了吧，是吧？灰灰，行，啊，拜拜，撤了吧，拜拜拜拜，辛苦了，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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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问一下，因为反正大家都说了是算的。欢迎大家，欢迎啊！巨王便便要洗嘞。加了我的新逛子了，这个全都加。这是什么新礼物，是专门为了活动加的，规则是之前的，所以说没有改，就是没有改那个礼物，没有修改，它全部都算新光子，除了不能加虎毛以外，掏不了虎苗，但是算新光。看这个凤凰，谢谢小奶哥让我见到了凤舞九天，好看。他还有地黄扁扁，扁扁你到底还有说还有多少是我不知道的。我已经见过他的剑士号、公主号跟君王号了。安静，发现了你的秘密，就是你有很多号。噔噔噔，好看吗？凤凰。昨天他们说师傅直播间，我想要出门还有事，你去吧，等你。说那个师傅直播间就是搭档用师傅的钱刷了两个凤舞九天，等于他自己给自己刷的。来欣赏一下，嗯，我以为，咦，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人，扁扁你可以啊。那我应该叫这个大哥叫什么？安静哥是吗？安静哥，欢迎安静哥。小心说出去灭口。欢迎师哥。你师傅只想看个特效。结果就给他刷了是吗？用他自己的钱给他刷了。我看出来了，安静是来抢钱的。测一下你这截图了吗？我叫什么课？服装课。今天为大家搭配的叫什么？方便快捷的衣服，适合打男人。今天这身装扮叫打男友装。Welcome to the village. 看看我提线。站起来看看别人，好呀。我被站一下，站一下。
但这是裙裤，图图有钱吗你？我打你，给我叫，给我拍视频，像鲶鱼那样子给我叫。鲶鱼是怎么叫的？我没看见，就啊啊啊！让我给你听一下吗？能听吗？你就这样子给我叫，我们能听还活着吗？啊啊啊！嗯，就拍给我，你发给我吧，要不我看看，我先看看我能不能做到。在群里啊，你往上翻一下。啊，嗯，跳打我，家人们。嗯。打探打探打探，让他给我们喊。老色批纯欣赏，怎么这样呢？直播间有没有正人君子啊？我们直播间有正人君子。天哪，个好过分啊！这个，那我觉得苏英做这个惩罚，那我们让他这个软妹给我们非常的绝绝子，让这个软妹给我们喊一下。你看他们这上阵可真快呀，这个。软妹来，软妹来，甜心的声音好听，我觉得应该是没问题不大的。苏音的才好听，他们都抢着要上阵，我们家一个上阵的都没有。如果撞上的话，我跟你们撞上了。你们家上阵的有吗？没事。沧海说让你就是啊的时候顺便摇一下，就是配上你拉票的动作。沧海你真的是不要脸，喵的一沧海你真的是，沧海你真的是真的是老色啊，你真是老色批中的战斗机，你真的是。他让别人，他说这样的时候顺便配上那个左右晃的那个他拉票的时候那个动作。我抱谁呢？嗯嗯嗯啊，我们家我们抱谁呀，家人们。蔡，你都这么说了，抱你上来不过分吧？啊，抱你上来是不是不过分啊？虚哥，
准备一下。来吧来吧，上个阵吧，我要被打死了。啊！救命啊！我还好，完了，我爸妈都在家。等一下，我还发出这种声音。你不是你叫的时候叫轻一点呀、啊？哦，我们家隔音效果不好，会压一团。你家扣一的都没有吗？救命啊！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救救我的！完了呀！没过，我准备吧，开始吧。我们续费个十次吧，我们一扣起来可以扣一了，这会儿可以刷一了，可以扣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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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的。哇，他家有钱！天哪，这个男人太没有有钱，救命啊！他有钱，他有钱。谢谢你啊，气死个人。叫几声啊，就我发给你，他是制作了20秒的视频，我们你是女孩子，我们整个钟你就拍19秒就行了。19秒。你把那个声卡关了，让我们直播间能听见。哦，嗯嗯，给他剪了一个。好的。哪有，我是正经人，什么哥。你记得要换了，猜我满足你。下次他找我报仇，我就找你算账，一算账。没有，我是好人。对呀、啊，嗯，他不怕，有甜心有招牌动作，甜心下次还要晃吗？不行，要晃的话得加钱。打你的时候就跟你说好了的，他喵的，那我再打一次。你这个猫都显得格外的好看，不知道为什么。灿灿，你要看吗？你要看的话，你去给甜心刷点。他还不打字，他已经没有手了。嗯，这发微信里面。
推选不好，推选太多人了，很多都是别人家的，他们会转的。嗯，你晚上不直播吗？我会播到晚上的。前面我就说了，今天多播播加班。你也不是那样的人啊！哦，我知道，你可单纯了。谢谢偷袭哥。沧海哥的520，沧海我也要。搞得我们都很累 I know we wanna 去欣赏你的美笑容我每天微微、yeah, 不能控制的想 baby 你到底在哪里我的生活已经瘫痪可惜 oh I need 我知道我们之间出现了一点问题这你有些许我不知道怎么拍我好尴尬呀没关系你拍了吗我感觉拍的不好没关系的你不用露脸你就露下面这一节声音就行你不许你这脸尴尬你就不拍脸哦你不拍脸哎呀七彩无一啊多送了我一根呢真好七彩的无一有脸好看他说有点尴尬尴尬那我们就露个啊这样嘴也没露吧不然我怕他拍不好好了好了完了沧海变成沧海你现在变成这个了现在有新的称呼了你今天打鲶鱼了没打了那个啊我不是发群里了吗鲶鱼他要欺负我你放心你鲶鱼一会儿说不定也要欺负你我没钱你打我的时候被他看见了他也要来打我你太难他喵的你没发我啊算你了算你了你们不要给别人看啊啊、嗯呀突然眼神哎呀太捏他摸了一下他摸了一下气死了、我发到我再发等一下我再发搞得我都想看了我被罚了赢了他的话我都听不见声音啊我因为我不敢听电脑不敢听然后他可以罚他我的天哪不行我要听一下我受不了了有毒闭个麦看他的表情看他的表情被苏英气死了一天欢迎抱抱你真好咋了
唱歌好了。啊！唱歌就唱，你说你唱歌就唱歌，你为什么要动手呢？对不对？你们唱歌好好唱，我罚他是罚着他唱歌，你们不要多想，正能量，正能量，正能量。我们要不我们再打一把，让苏一坐着唱。我有病啊！我现在有病。打不打？不打。有没有出征的？让你遇中你，我出去了，我要打别人去了。嗯，等我有钱我再打你。拜拜，拜拜，拜拜。嗯，等着吧，他有钱了绝对要来搂我的，而且他绝对要搂我这个。只有阿星的表情能代表我的心情，阿星的表情是舔吐舌头呀。你问他，他要是输了，哎，对呀、啊。嗯，老拎着他一个人打也不好，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盯着他一个人也不行、啊。噔噔噔，再打他只有那个了，只有打他那个吃冰淇淋把冰淇淋舔化然后留下来的那种。除了这个，我感觉没什么看的，全身上下我都看光了。我怎么觉得我是个流氓啊？这个明天给阿阳留着看，阿阳能把我骂吐，我跟你讲。嗯嗯嗯，他明天就开了，他肯定不愿意的。这个我感觉阿阳会骂我。明天留着抽他看。嗯。我都，你说阿阳要是罚他这个，他会搞成啥呀？我没有吃毒蛇，我发到了微信里面。他的痛苦面具告诉我，他应该。应该会烧一点，我觉得肯定不会像甜心这样子。看归看啊，你们看归看啊，不能被叫走啦。叫走了就不划算了，叫。痛苦面具，他痛苦面具，他做不起来，他做不了痛苦面具，哎呀。是给点医药费啊，嗯呐、啊。痛苦面具加这个，那就是有声痛苦面具啊。几集？八集。今天是八集，明天以后的话就是十二集开始听了，因为里面人有点多了。噔噔，什么时候我也来一个？守护可以直接飙到十二级。欢迎作死。其实还是可以了，差不多得了。也不是人人都能升到十二级。嗯嗯嗯嗯，等一下，等一下。欢迎上来哥，欢迎哥哥，今天的福利是你，是你给我们打下来的，多亏了你，让我们饱了耳福了。叔叔啊，怎么啦？我怎么啦？欢迎仔仔，等我一下，我把肩带弄一下。什么时候我也来一次？啊啊啊！我叫不好听的，你就听我这就你就听我这声音你就知道了，我一定是很粗犷的那种。你手指的方向是我的战场，我在弄肩带。
的肩带太那个什么了，它掉了肩带。欢迎北城，半夏消费的三毛，半夏呀半夏，老色批啊你们这群，哎呀。哇哦哦哦哦哦哦！谢谢，感谢欧尼酱的守护，陈海拉，给我把拉进去，我要给他分享我的视频。下一个连谁？我连个猫大的，肯定要连猫大的呀。嗯嗯，连谁呢？下一个，我看我们群。我去和人家商量一下，商量一下揍我一下，不连了。感觉这个他们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做的，分享给你，说那话。与其这样，我还不如，那还不如自己在家做了呀。那你俩这个静一下，这个晚了，错过你想看的。吧，我觉得我可能超越不了他耶，他做这个太那个啥了，太吓人了。宇哥说他是不是吃穿饭了，这个男人一点都不会欣赏，真的是了，他毫无欣赏力度。啊，这个风。谢谢老板的魔法须。差一个守护无论有没有好心人。苍海你在吗？你把这个删了一下。找谁呢？这个惩罚还有谁能做？我看到贝贝在等。贝贝。这也是游戏吧？欢迎恩娜。哎呦，他居然在！哎呦，他在连麦。咋了？你都分完了，哥哥，退了很久了，一年了吧？我跟你讲，你私信一下一沧海啊，你私信他之后，他可以拉你进去。嗯嗯，欢迎师哥。耶！我吃到了耶！谢谢，感谢错过哥。哎，我吃到了五本书呢。谢谢，感谢宋宋哥，我吃到五本书啦，太划算了吧，这里。我一会儿去连一下师兄。
五下，谢谢错过哥啊。如果可以跳的话，我都这会儿都已经跳了三四个了。不能跳，但是可以站着。嗯嗯。最害怕的事情。让我转一圈看看有谁。哒哒哒哒哒。1314可以卡爷，有没有想卡爷的？1314星光可以卡爷。欢迎我小姨啊！你看我的排名。我人气好高呀，我是不是抢了一个小时榜呀？140。我没有上过神，应该是抢了一个小时榜吧，不然不会那么高哎。应该是刚刚上海跟飞那个风九天的时候抢下来的，真好，真太幸福了。欢迎地心。哦，对，李佳佳。他不能够不连我吧？会不连我呀？欢迎我山羊哥。有钱没有钱？我知道是鲶鱼，我知道是他，他刚打完我，没有钱。他打你罚你什么呀？他罚我啊啊！我罚你不一样的，不是啊啊，我罚不罚你啊啊？你罚我啥呀？我罚你就是这样子，这样子啊啊，这样。怎样？嗯嗯吧，我们发嗯嗯，你这样子嗯嗯，你这样子嗯嗯，你这样子嗯嗯，你们这个是，哎呦，你这样子嗯嗯嗯，你们两个是不是那个啥啊？你们两个串通好的？没有串通好，就是因为就是身边就是这种猫又大长得又漂亮的，也只有我们这些姐妹了，只能找你了。谁让你长得又好看又大，没有办法。哎。爱你哦。我们两个好像，我们两个不像。我得只能跟他换才行，他不会。我感觉打不过你，我们家大哥都要走了。你看我们家，你看看这，你看看，等啥？全没牌子的。那不是有一个吗？老 A。那是场控。场控也有钱啊，发工资，这个时候就需要发工资了。我们这他没有工资的，我们这全是没有牌子的。感谢我错哥哥续费50，谢谢我错哥续费。他们家带了钱来的。没。谢谢我九哥的续费。我们家能不能来个人救一下我啊？啊，能不能来个人救一下我啊？我们扣个六，扣个六，冲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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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一的冲呀冲呀！谢
间，哈哈，我们扣个六。哇，感谢错过哥，谢谢错过哥的六六连击。他们太有钱了，他们一上来就发言声。你看我们家一百块都没有，这不是承让吗？你不是让着我吗？这不是，要不你去找个有钱的给你打一下。没事，你做完了我就走。怎么做啊？要就是在直播间做吗？不要不要，你发视频嘛，直播间你这样子晃，然后嘴里嗯嗯，把那个啊换成嗯，好了。渣渣太难了，渣老难呀、啊！为什么我有钱的时候你们都不来找我，我没有钱的时候个个来打我？你们什么意思？是看到时间来的？是不是派谁在我直播间盯着了？等一下，我闭个麦。真好看，教我的吗？哎，你看他的猫都比我好看呀，为什么？你看这个猫，你看我的猫是这种猫哎，他的猫是那种猫哎，看到没？对不对？我的猫有点，他的猫黄色的，我的猫有点背景是蓝色的，我是田野猫，我是野猫吗？我是啊。他的猫跟我不一样。They went off to the world. They went on to a journey idolized by the boys and girls. They learned so many lessons in all the foreign lands. But no matter where they wound up, they never stopped. 是猫多好是吗？我不行，我要听一下刚刚那个。One day inside the station.In Amsterdam, perchance, the men were dancing side by side by the man with the crooked glance. They turned to face each other. It was just happenstance that these two men would meet that day and do that fateful dance. Wow, you can really dance. Wow, you can really dance. He went. He went. They said, we've both been dancing all this time. What a coincidence.你为什么？你为什么说着说着后面还笑了？你是真的狠啊，姐妹！憋不住就笑了。你们这些人真的是，真的是。不行，等我下次有钱，我要发苏音做，我要发苏音做这个。我发现完蛋了，他们都这么讲。等我，等一下，大哥来了，我再找你啊、嗯。那你说我一会发你啥呢？你万一一会我是说大哥来了再罚你，就你不了我了。嗯、谢谢莫哥啊，莫、嗯、哥他又打我。嗯，谢谢佳人美心善。莫哥他又打我，那我走了啊！你去找那个甜心打，打过了。好吧，那我走了，拜拜，谢谢啊，拜拜。我感觉，嗯，我出两天都要来打。
我感觉好像没演技就活络呀，嗯，来吧来吧，上个镇吧，我要被打死。不是他们这样子，这谁顶得住啊？太那个了，什么时候来打你？我就商量一下。基本上对啊，估计在本子上了，看完你脸红了，我没脸红啊，这算什么？我是一个什么样没看过的人？我真的，这个就跟视觉都感觉不一样啊，这是听觉的享受了。我啊，你不要给我捧杀，我开那个有一种变声器叫男生变声器，就是开了那个之后声音就会很粗犷的，你小心我用那个，不要王八念经，不听王八念经，不听错过念经。快去和鲶鱼换了呀，换过了，刚刚他就是这个，看一下，这就是从他那里换过来的。两个视频一样的，我以为他第一个是二，第一个也是。噔噔噔噔 ，The Body Girl。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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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没人跟我玩，我被拉黑了。他们不跟我玩了。小苏每天都能看到新的小姐姐，你是说群里面吗？没有，都是认识很久的，只不过很难罚他们，他在打三三。你得去看一眼他有没有打完，刚刚他说他在打三三。欢迎聪哥，他应该没结束吧，算了还在打。三三二十分钟呢，穿的不好看，你还要看衣服啊？听声音还要看衣服啊？给他扒了，给他把衣服扒了，素颜吧，疯了吗？素颜能把我打死？疯了吗？疯了吗？啊，素颜吧。晚上继续玩是吗？可以啊，但我不知道，我今天晚上估计会播一会儿，不知道几点钟下。我看了，你问我什么时候来，我看过来。我不知道。噔噔噔噔，有机会的，有机会的。他们不是说了吗？他们要有钱要揍我。噔噔噔噔。昨天他们把我打死了，烦的要死了。昨天我0-6。我的小乔菜的抠脚丫了都，追着我屁股打，可以啊，挑战一更10你吗？
我能打吐你。欢迎林哥，没有误会，都是误会。欢迎林哥，加大哥来了，天啊，好慌呀！噔噔噔噔噔，嗯嗯嗯嗯嗯。不是蓝色衣服的，不是佳佳，蓝色的衣服是甜心、啊、他们说蓝色衣服的是佳佳。噔噔，欢迎艺术哥，艺术哥下午好，欢迎哥哥。贝贝好像不是很想跟我玩呢。怎么跟你对线？我打不过你们的，你们就抓我，抓我，我肯定打不过你们的。怎么办呀？他们不跟我玩了，没有朋友了。要跟我玩的太有钱了，我不跟他们玩了。游戏要一直玩的，你要经常玩游戏，你才会厉害的。我很少玩游戏，我上次玩那个都是好久之前了，有没有半个月？不对，半年了吧？有吗？好早好早之前玩的了。我一年就玩个三次，所以说我这个技术已经很棒了。当当当当当，我们继续，不要，我有病啊！哪方面的技术？所有的技术都很厉害，所有，看不起谁。不取悦一下你们吗？这是干嘛呢？等贝贝呢？贝贝说一会儿一起玩。我看一下这个排行，十二名。我昨天不应该点 PK 的，我昨天不点 PK 的话，我今天怎么样也不是零的。一直没上、系统，你是自己换系统还是去电脑城啊？自己换，你好厉害哦！我都是搬到电脑城里面去换的。表情好搞笑，臭哥发我的一个表情。你这穿这么多干嘛？大漂亮！为什么要穿那么多呀？因为我一穿的少，他妈就踢我，烦死
死了，我干什么他都踢我下去。现在是的，他们最近秩序组有点那个什么，有点吓人。秩序组李佳佳说是因为他们过年了需要完成业绩，需要那个什么，然后就开始疯狂的完成任务。就是官方自己都觉得这段时间有点恐怖，他们最近是疯了一样的，是吧？嗯，我也是，我觉得一次300，就他们站着也不行。他们能拿到钱吗？我们扣的，那肯定啊，不然我们的钱去哪儿了？有道理。我以前每次被罚款，我就是一直有一个疑问，我被罚的钱其实都去哪儿了呢？我一直以为是充给官方了，我现在想想应该是给秩序组了，我觉得不可能是官方了。所以秩序组的工资就来自于我们的违规，我一个人就可以养一个秩序组了。哎呀，你这个月毙了多少次了？我这个月还好，我这个月我先看一下，我这个月没怎么毙嘞，我是之前每个月都很厉害，这个月应该是最少的。我这个月目前为止才毙了18次，我16次，那差不多。所以说我可以打你兔兔吗？打呗，我还没说我罚什么呢，说呗。18次跟之前比少很多了，罚你。说吧，你有棒棒糖吗？棒棒糖？嗯，没有。那你有没有圆的东西？圆的东西啊，有麦克风。这太大了吧，你要干啥呀？你长个不是很大的，我就发你，我给你发个视频，我发你这个鲶鱼昨天晚上发的视频，你看了吗？对，不用露脸就露嘴。哇，对啊，啊，这个我复制一下。麦克风，我天哪，这个得多大呀，这麦克风头这么大，就随便找一个什么东西就行，圆的就行。我看啥视频。你不用像他这么过分。你不用像他那么过分。哎呀妈，哎呀我的妈，这哎呀，你能不能行啊，你这不就属于来罚我来了吗？你不用像他这么过分，你就一点点就行，边边就行，边边就行啊，边边就可以了。这不行，这哎呀妈，这我是真下不去口。你不是你对着你这个你这他的，哎呀我天哪！那你有瓶盖吗？瓶盖，舔瓶盖吧。就是录视频舔还是直播舔？录视频舔瓶盖就行。没有。那你舔话筒吧，你有话筒吧，这个你总有的吧。舔话筒也太恶心了吧。你到底能干嘛？我好像有一个那个大桶。不是，你为什么老是要舔来舔去的呢？你那我罚你只有这些惩罚吗？我罚你一个东西。你这也不是那也不行啊。不是，你要有那么美感才行。这个你可以不露脸，你只要有声音就行。罚你啊。声音就行，嗯，你就给我啊啊就行，就是啊啊。你哎，哈哈，不要跟我说这。不是姑娘，你能不能给我点鸡正能量的呀？你这挺正能量的，是唱歌呀。快点！不行，这个也不行，这个啊，这个你让人家觉得我不是不正经，人家觉得我这干嘛呢？不行。这两个惩罚都不行，你还要再想一个别的啊！这个没了，只有保不住了。不行，你这两个都根本不是性暗示了，你这就是属于这差点给我一巴掌，直接都到拍电影去了，就原地，直接给我弄上那个围场了。再来一个，兄弟们，再来一个。他真的是为难到我了，不是真的。你说他这个惩罚你，你啊，这是啥？哎呦我
苏英，我他妈马上把你挂了，我不跟你玩了，你这个你不行，你这个太吓人了，我啥玩意儿？直接跑了，你敢信啊？我给他发了一个视频，我给他发了一个叫什么、啊、我给他发了一个甜心抖就是晃的那个视频，他看了直接退了。好吧，想花阳啊，不要哭的一个人。噔噔噔噔，干了。甜心那样的身材，贝贝有贝贝身材挺好的，只不过如果他。他跳舞的话不是这个样子的，他跳舞很性感的那种的，他跳舞是那种也是很性感的风的，他走的也是性感风的。哇！你看那个风，我没有关窗户，那个风把我的窗帘吹的嘞。他不玩就算了，那没事了，嗯。起舞对啊，跳舞就不一样了，跟我差不多似的。等一下，跳舞跟坐着是两个，有点歪了。我可能是麦克风的架子不好，还是哪里不行？很歪耶。欢迎木龙，我后面的线都不是一条平线，都是斜的，这边高，这边低，这样子。是跳低了，放不正，它那个上面那根杆子就是斜的。嗯，好像少，没有，直播总归是自己的直播，对不对？记住了，这是我自己的直播。你要是这么讲的话，我心里会多少都有点不舒服。虽然她是我的好姐妹，因为没人霍霍了。你都已经，我甜心、师兄，还有佳佳，三个人啊，发现不了吗？我感觉好像一眼就能看出来。嗯、欢迎宝哥。排骨吗？排骨打过了，排骨打的是红包，排骨它有的吃法是做不了的。麦霸，因为我会我的歌，我都只会高潮，我会那种就是最好听的那一段，上下我都不会，我只会中间。如果我出去唱歌的话，别人唱到一半我就会抢过去，这种人是最讨厌的人了。我真的不想啊，下次吧，应该有机会的，会有机会的，迟早有机会的，不着急错过哥。说不定人家明天就打上来了呢，可能明天就打到我头上来了。风云瞬息变幻，情意又聚散，爱难尽恨难断，爱恨反复又纠缠。欢迎九九，如果输了也看不到。上次罚这个人，下次罚这个大不了赢了我排位，对不对？
欢迎二叔。是你转身给我温柔的侧脸，我见不是吗？赢了我怕要死了。停留过的街边最难忘的画面，你这嘴巴真的很干。你也没别人了，不是没别人了，是大家都不愿意了，我不愿意玩这个惩罚。你说打红包的话，真的能连十个人打吗？惩罚就不行。没一个意思。为什么你非要我今天也拍这个啊啊呀？那去打全素颜吧，赢了我拍好吧。全素颜谁都干不动他，全素颜突突就没输过，我跟你讲。不噔噔噔，这点没关系的，播久了就好了，人家闲下来会来看的，天花板。世界还在流转，他成哥真的是24小时都在，他真的是24小时都在，你就没有不在的时候，太太大哥。我想知道陈哥平时上班吗？总归有上班的时候吧，啊，总归有在公司的时候吧，对不对？总归是有的，因为白天不一样，白天跟晚上是不一样的，白天大家会上班的，会去工作的，我不信他不。总归有那么10分钟是不在的。和他俩一个地方的，全都上海的嘛。陈哥什么时候坐次飞机的？好想他家大哥去坐飞机啊。就是不在他会把号给别人，这种真好，这种大哥真好。离你家很近吗？他无锡啊，哦，不对，杭州还是哪里？是杭州。现在杭州好多美女啊。对，我觉得陈哥这样的才是真正的老公。你没有吗？没有什么呀。我直播间他们不愿意做老公，因为他们身体吃不消。吃不消？什么时候去无锡？我之前一直想再去一次，我说不定之后会搬回去呢。老公粉这么跟你讲，如果像陈哥这样子的老公粉的话，那你们在直播间看不见任何福利的，跳舞都是几百年看一次的。妹妹哥这种的不好吗？很多朋友都在无锡，然后我在无锡习惯了，房东到现在房子都还给我留着的，还没有租给别人。房东是女生啊，是个女孩子，还有个宝宝。你们见过这种房东吗？就我走了，他没有租给别人，真的很好。我怀疑是他租不出去，我怀疑他租不出去，他有老公的。有宝宝算了，年纪也大了，应该30几岁了吧，35了，有了吧。他房子因为他不只有一套房子，他出租好几套房子的。然后
他说我就是他租房子租客里面就是素质很高的那一个。哪边的房子租出去的？他是不愿意租出去。没有啊，因为之前我看他朋友圈从来没有发过他老公嘛，我一直以为他是就是离异的，就是那种单亲妈妈嘛。后面才知道没有，他是有了。说别人不好没有啊，因为我租之前房东就跟我说过了嘛，不是那个中介就跟我说过这个房东比较挑剔嘛。他比较挑剔，然后我说没关系，我事儿不多。现在好多好多人都是就是不愿意要老公，但是要宝宝不要老公。你看你们到底对女生做了什么坏事。噔噔噔噔，欢迎地仙。对啊，试管婴儿呀，我家也有房子租。你原来你是个包租公啊，包租公。租我吧，我怕我怕你不会轻易的租给我，我怕你图谋不轨。输入户口，有命去没命回。噔噔噔，房子3000块钱一个月也不便宜。所以说出了心中想的想什么。哦，有去有命去没命回啊。一个人去三个人回也不错。哪三个人？北木啊，北木啊。北木又被禁言了。错过其实挺好的，错过就是人黄了一点。北木放了你了，你不要老是进北木好不好，真的是过分。坏男人实话都不让人说了。等一下我补一下眉毛。我的理想就是以后年纪大了，我就做一个包租婆，我就租给那些年轻的男孩子。租给那些小哥哥或者那种美女小姐姐那种。就我看着都好。房租怎么算？那房租肯定还是要交的，对不对啊？我希望我80岁的时候能做上这种过这样就是这种生活。不会呀，我也可以就是专门租给那种小姐姐，那种美丽的小姐姐，对不对呀？藏在我的心中，和深夜的梦。哎，我的梦想就是这个，80岁我吃得消吗？我看美女又没关系的，看美女我100岁我都吃得消。什么都好，就是太黄了，太 yellow 了。让你再说。北木，我帮你骂骂他好不好？你太过分了，给我北木杀了2回了，不可以这样子对他。
铁铁号。对一个人黄那不叫黄，你对所有人都黄，有毛病没有？我说的有没有毛病？错过啊，有吗？有吗？对吧？那你是不是啊？年少。什么？乱讲。皇天在上，我他不要的，皇天在上都算啊，举报他，真，你自己举报的吧，啊，是不是你自己举报的？当你为真需要守护的时候，我多想抱紧你，做你的专一，就是只黄一个人，好吧，那也是，也没毛病。低保你老了会有多少低保你算过吗？哎，交那个社保是不是比如说我按每个月5000块钱一个月的工资去缴社保，我以后老了是不是就会每个月给我5000块钱的养老保险呀，是吗？我按多少的啊？不是啊。那为什么有的人养老保险一个月要多少钱？4000多，一个月有4500。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养老保险啊？一个月4500。哦，计算机速是吗？那是不是他的社保得老贵了呀？以后领的多，对呀、啊，我一直觉得是交的多领的多吧。老了拿的也不一样。好吧，我希望我以后肯定物价很贵吧。那我要多交一点呢，多交点。按年纪，我应该要交到60岁吧？我现在18岁，我现在20岁，20、34、44、54、64、74。好家伙，我要交40年的社保呀！对呀、啊，我是自己缴的嘛，因为我，不是说到60岁的时候就可以拿养老吗？女孩子是交到55岁是吗？女的55岁，那我现在24、34、44、54，我去，我要交30年。交个15也可以，一共就交15，好吧。活的那我要活久一点，我要活到100岁。我要把脚的全都活回来。不行啊，你得交的，除非你真的很有钱，你可以无忧无虑的活到自己死亡，那也无所谓了。那像我们这种没钱的人，那就得交呀。我每个月要每一我是按年交的，我每一年要交10000多。那一会儿我给你唱歌嘛，我给你唱首歌，好吧？要交很多钱啊，每年。但不来啊，天心。你叫北部，你就叫北部吧。可以，小阿靠哥。然后加上我，接呀、啊。没有问题的话，咱们就开了啊。你就北部点苏音吧，或者苏音的北部。你看你想要哪一个？都能看见吗？差一个。都能看见。你想跟蓝天哥的名字一样。今天能够抢我的名字，姐姐。能看到。蓝天哥。来一组666，我这可以卡爷啊。666，那算了，全公司的爷永久爷。干他！你差一点就万元榜了，养老钱刷出来吧。来，反正你也不要养老了。来这把我们先谁，我们先来一把突突好吗？先来一把突突。你们来突吧。甜心，我要突甜心。就他了，对呀，突甜心啊，又是他，怎么又是他？就他了，对，突甜心，来，他俩差不多。那千一的话，加薪穿袜子可以啊。千一的话，恩熙打不打得过？恩熙家里面有没有人？这会儿我打不过、啊。咱俩还用突吗？团长，咱俩团长。就你了，我的小弟。你和千一突吧。那我和千一突一把吧，千一。我这边我也不知道。那我和恩熙突一把，来，恩熙，咱俩突一把。我邀请你，甜心。
好了，一下你先出去吧。阿卡，我陪我陪千欣出去吧。哎，灿烂哥，我刚进诊就来了，你是不是找准时间来的？但没有钱。哎，我这个局怎么回事？等一下，千欣哥哥，等一下，等一下，你快点开始。哎，准备了吗？我跟谁？你跟我，我邀请你了。哦，等一下。哎呀，我不是，我还没报人呢。谢谢千欣哥哥，太快了。你找跳舞的，我一会儿给你跳。对啊，感谢作死哥，谢谢聪哥。你是出去找跳舞的了吗？你想看你说呀。看别人干嘛？感谢聪哥哥，谢谢聪哥哥的六星吧，做同情。左右晃动拉票，辛苦呀！舞蹈也行。有没有一起团一下，大哥？哎呀！先向我佛爷，稳住，守一守，守住我的塔。你没了，你没有生命值了，铁子。没关系。孤身宝贝上不上个阵？真不错呀，真不错呀。没关系，输了就输了。前面那边没有前进吗？等一下，要死了，没了，剩三个了，两个了。你在叫叫。前面那边没有将军的吗？你那边？你在叫谁让？哎呦我操！你还让我叫？我二舅的三，三手六手七，我二舅。谁说的？你在叫叫？秒了他！现在下次再找他报仇。哼！扣一下一，郭德哥。全屏都是我二舅的兵，真事儿。OK 了，我炸完了。扣八。千一，那你那边没有上升的，我点开始了。直接死了，他们全都在吐槽。OK 了，当草包了，这是不会这么。这说也是。还说你咋一直没开始好？拿下！感谢我二舅，上完上去晚上去的，还比较晚。老婆扣一下一，扣一，扣一，扣一。扣八了，我们扣八，你再叫一下。来，咱们这边扣一。叫啥呀？还叫？你再叫一下，谁这么损啊？他们有毒，谁那么损啊？你再叫一下，你再叫一下。我操！小姐姐，你被秒了。对呀、啊，被秒了。糟了，我被秒了。他家人很多的，好吧，秒你很正常的。谁赢了？是不是甜心姐姐？我输了。你再叫一会儿。输了之后，千音的话跟苏英再出一把。啊？好吧。救二舅，救二舅啊！你们帮帮我嘛，这个让我叫。还要吐？叫你个头！千音。我只是陪千一一把，你俩真好看。来，苏英，你和千一再打一把。还要吐啊？哎，你俩对啊，你俩吐一把，你俩胜利方再吐一把。你们现在嘲讽我的吗？还吐吗？反正是星星啊。还要吐？扣扣弹幕吧。你俩吐一把。是吧？我怎么想？我们扣扣弹幕，等会儿我也自己扣弹幕。没子弹了，我们没钱了。苏英，总有一天我会把你。拿下的，你给我记住。我们扣一，我们扣一，他们家一下就有人扣一了，搞得我怪害怕的，搞得。咱们扣一，搞得我还有点怕怕的。亲哥哥，哎呦，亲哥哥，他家有人啊！错过，快救我！救我！榜一，帮你一把，我撤了。来吧。苏英你必死，我们家出飞了。苏英你必死，我必死，我又不给你打图图啊，我必死，好烦你哦。我们扣个一，我们有66上上66。感谢我错哥，谢谢我错哥，么么哒。打死他。好的，谢谢错哥，感谢错哥，他们家有钱，我们一起动一动，我们能扣一的一起扣个一。他们家有钱啊，有钱，他家有钱。来吧，我等一下，我拉一下啊。
我雪上加霜啊。好的，那那你好，现在是谁跟谁？我雪上加霜。他冒不了头了。还有没有惩罚？苏一连苏一醒了，苏一前一没打过，没有打过他，他这。还是有钱、啊，有时差哎！什么鬼？你们频率条怎么一下那么高？这一波我们这边稳上了，咱们跑步吧，好吧？你出你大哥出什么征？我大哥上来个甜心要甜心暴打我的脑袋啊！打给你们，打给你们一分半的时间。我要打的素音哇哇叫。那是谁呢？小小素音，桌子宝贝，那你说是谁呢？小小素音刚要是没在 PK 的话，打的就是素音，让他这个还实际啊，这个实际吗？这个哇，那你要说是甜心他喵的，甜心你有钱值那么狂？甜心大把眼睛全喷成这样子的。买的话啊，那是谁都是。如果是抛开买，他有钱他就这样子可狂。因为开头的话，那对方跟一直就有的嘛。等一下，我们打他晃。那么抓死他，肯定就买。那如果等他晃皮条，不建议买个地方，那肯定买个地方了、嗯。我昨天不是打这个年度 PK 嘛，然后不是出节奏一直被打嘛？昨天我被追着屁股打，然后所以说我今天不敢点 PK 了。打的就是自己的。啊，我记得记得。所以他们追在我屁股上打我。他没想欺负我啊！记住他了。马里奥麦。买六卖，再怎么推，糖果超甜，哥哥。他一个是他，一个是鲶鱼，两个人没少欺负我，还有全素颜也是，我都记住了。他是第一个欺负我最狠的。等我有放屁啊！我欺负你最狠，鲶鱼欺负你最狠，好不好？你罚我罚的最狠。他明明是鲶鱼。来，我们这边做点惩罚吧，咱们这边扩充运动吧，来。你们那边踩单车吧，好不好？换成。然后船长跑步。我一踩就逼了我他妈晕，我晕成太。咱们扩充运动，我有心儿干嘛呢？心儿。扩充有什么好看的东西？我有。哎，观众，我一踩我就逼了呀。我有看到。谢谢。我不会踩单车，我下面。我一踩单车就逼了，而且会踢下坡。咱们扩充运动吧，欢迎我爸爸。咦，我们为什么没有？哦，还没到那个999。谢谢星儿。怎么还没到呀？天哪，太难了。所以说你们要罚什么？不对呀。北木你要点一下啊，北木不在哈，想在吗？北木，北木那个点，你看一下群里。来，我们不做那个，嗯、不做那个踩单车了，我们做那个。谢谢我北木啊。哦，扩胸是吧？啊，扩胸运动吧，这个可以。我把这个拉到旁边去。两千五刷点钱，让我们去龙一个。看我太小了，我要把苏一拉大。这是假的。等一下，我们是一个 team 的，你可以让你大哥来我这看。我把苏一和恩心拉大吧，恩心。别他们老欺负我！我也是扩胸吗？我要不跑点步啊？哎呀！哦，对，你扩不扩都一样，你扩不扩？你放首音乐吧，来，放一首你们能追上 PK 条的音乐，船长。我们放什么都不好说，大哥们，我们凑一凑，见谁打谁。我现在就可，我现在无敌了。现在让他们追吧。比较尖的。我照着。硅胶了，那个叫做。这体育课前面感谢我初心，感谢我那个再次的一组六六，我们可以先破个千啊，真的啊，我们破个千吧。来，破千吧，破胸破胸。嗯，好吧。恩熙，你没有吗？恩熙。好危险呢。恩熙有吗？他不是真没有吗？我要亲一个。要亲一个。我看他亲勇哥了，真的死话，我就想跟他聊会天，唠会嗑。我说我热依姐姐，我挺熟的，我热依姐姐，我每天在一起玩。啊、怎么样？跟不上节奏。浪哥。不怎么了，你快看这个惩罚怎么样？哥哥，
我能不能认识一下哥哥哥哥？那天辛苦一下，我所以我太想做了，他们没有机会。实话，他们说就是这里没有白色衣服的。白色我太想脱了。建哥不说话，给我整。我看了半天，我没有看到白色衣服。然后泰国色盲。文刀在吗？文刀，再给我亲一个卡个爷。我听我朋友说过，然后还可以拍照，就摸着拍照。泰国那个就特别假，因为那个没有，一个穿的是旗袍，一个穿的是蓝色的啊。来，你不说我都忘了改了。灯神，你还有蜡舞啊？对对，人妖可以。其实是蓝色，你怎么还有个蜡舞啊？我看了半天，我都不知道那是我的马甲灯神。这是我灯神。欢庆哥哥。灯神老师都很低吗？我等会儿调一下吧。怎么的，那我就是老师皮了吗？什么意思？哥，你以为他单身跟你单身一个样吗？哎，不，难怪你还走。选了一个适合我的惩罚，先挂一会儿。好，你挂着吧。你在我这我老有安全感了，他们都不敢欺负我了。然后百十来个女朋友，而且没有女朋友的女性朋友也有好多。矛盾不？来加加油，加加油！我们还可以再追追吗？我们先破了一千，太可惜了。其实我今天也被罚了这个。欢迎江山哥，这个是实话。你们俩说相声。他之前是做那个游戏陪玩的，他在陪玩里经常拉小姐姐，还给小姐姐还给。欢迎熊的诺。扩的话能追上吗？扩啊，扩扩扩扩扩，他好像还谈过。扩扩扩，我们可以做到一千吗？我们先上一千吧，先上一千啊，先上一千。是粉色吧？之前谈了一个对象吗？嗯，好像是的，粉色。我做了一下午这个粉色，好看。接下来居然我可是帮你找了的。嗯，对，昨天在我也帮，我忘记让你们先刷一百个粉丝牌，假的应该也不会到吧？假的的话，因为。都精神了，抽太多鸭子棒。我看那个兄弟们，哎呀，感谢浪哥的六六六。我上有那种测评。卡爷卡爷安排。抱抱他试试呗，嗯。感谢浪哥。你们要是哥哥们，你们要想浪哥你快一点升牌子，你们先刷一百个粉丝牌，然后再刷礼物就是四倍。谢谢江山哥，谢谢江山哥，你本来。欢迎庆哥，欢迎庆哥，哥我你卡上了哥吧爷。卡上你走了哥。有两个亲一个，你叫来你小哥哥。这个公爵亲一个呀，我见过热意家的哥哥嘛，但是我之前跟热意一直在一起玩，跟他们见的很少啊。他们俩都没做啊，但是我今天看到钢帽啊，就我一个在三十一通通报，傻嗨吗？没有的，我说他还没亮灯嘛，他一直不好好播啊，没事，习惯。不好好播啊，我就说他还没亮灯。北漠这个性格就是开朗型的，开朗型的。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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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啊，因为我跟他是好姐妹。是吗？啊，不好好播着呢，我说你别播着呢，你不播的话就没有啥也没有了。感谢我亲英哥的鸭三鸭四，亲英哥，我操！感谢亲英哥的鸭三鸭四，百人榜。嗯，感谢亲英哥，感谢亲英哥，谢亲英哥。四个，浪哥你打一下，你扣下爷有爷了。这爷在我们整个公会都是有这个牌子的。你扣下去吧，浪哥。在我们整个公会都是有爷牌的。我怎么没看到他？浪哥。咱们着急啊。真的还是假的？欢迎上来哥，真的能随便。没事没事，我看一下。我这里怎么是四个呀？你是不是看错了？哦，五个，对对对。他们都没做，我也不做了。我看错了。干嘛这么问呀？我怕你说的反话呢。一个礼拜有效期？什么一个礼拜？我有非分之想。我今天来说说头条吧。蹦蹦蹦蹦蹦蹦蹦，真的呀！欢迎半人，
真的谢谢我告诉他吗，哥？我没有，我跟你说，我找不到一张。我真的话，我还在吃点。一个礼拜留香七天。为了像高帽一样是个天王。那你放心吧，我们差一点可以破千。他看过我。你以后我看到你的话，哥，咱们先破千吧，破千好看一点，刺激他，让他一天不直播，我就刺激他。他就直接下来就问我，你鼻子是不是动过？那个，你差一点点可以百元榜，那个要考虑一下吧，百元榜。刚给他发了，我之前没弄之前。让他早点起来直播，加油努力，好好播，怎么样，哥？啊。没有以前。欢迎我新哥。他不用播。反进，有进，有进。啊。新浪美他四倍耶，这几天。别的事吗，哥？升牌子很快。来，我们拉拉票吧，拉拉票。休息一下啊。应该是刚去吧，我也不知道，可能是个女生。因为来讲，他最近不太好，因为我跟他关系挺好的。他眼睛老。看他挺难的时候，我愿意的话，就是跟他说一些话，聊一会儿天。他把那个。然后还有就是，他现在一般也大家玩人也不多，包括贝塔哥也来我直播间啥的。嗯。因为现在大家玩人也不多。反正女粉都是他家的。然后的话就是。人家都比较少。没人跟他玩的时候，我老带他玩嘛。啊，他那什么的时候，我想让他多吃点，还没亮灯嘛，也挺难的、哦、啊。所以我来给你补个榜是应该的。我感觉来讲的话，刚才的话你在小怪兽那边绿帽连的时候，我就应该去。几天啊？我不知道。说不好的话，我能跟绿帽一样。几天啊？四倍有几天啊？小高嘛，没事哥，没事哥，我跟他玩的确实挺多的，真的，最近也不太好。Hello， 李敏啊。名字。不过我今天担心他身体，不是，我说改个那个，他等会就开播了，是不是点死他等会就开播了，他嗓子我说一下管理，没了吗？我都不知道。等会就开播了。他咋不能说话？最近挺难的，最近确实挺难的。这是实话，哥。最近来讲的话，各方面还有很多很多挺难的。谢谢 MVP。所以开播的话不用压力那么大，这一点倒是啊。开播之后最恭喜你们，恭喜你们。但是，想看谢谢 MVP。我行就过了，嗯。亮灯还差一万多呢。名字有啥用？名字我感觉这个星期。甜心是 MVP。我管他这个星期。呀，甜心有钱。就带我们，啊、不是我，是他带我们，带我们。我在哪看呢？谁呀、啊？我看不见，我这里看了。皇冠。也谢谢你，青影哥，谢谢你，青影。哦。所以我没有来。我以为是这个圣字在谁头上写就是呢。让他自己努力努力啥的。我感觉应该是我呀。之后的话，能不能过个地板？在哪看？我也会去带他。先去吧，放心吧，哥。啊，你放心吧。全四几天都有哦。啊。哪有？哼，是我吗？哦，是你调上呀！我一直以为是看那个呢。那啥吧，你们有群吗？三进拉群呗，船长拉群。好，三进拉啊、我拉啊。放心吧，哥，既然我交给我的话妥了，我真不知道，我以为是那么看。之前的话我不认识你。你那个小哥伴如果名字没有被合适，还是欢迎的话九零咩耶。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咋。这个麦子真好，喵的，挺好，我觉得挺好。喝酒了。我怕大哥对我了，放心吧，哥，无论他怎么样，没有啊、多帮忙一吧，刷一百多粉丝，不用的，哥，你放心吧，哥，我必带他，你放心吧，真的啊，我先走了，好嘞，哥，好嘞，哥，来听哥，好，我拉个群啊，你说的是谁呀、啊？抢的红包我一会儿就发在群里面去，下播了一会儿，你要下播了吗，小苏？没有，很早，我是说晚上下播以后给他们发到群里，拉群了吗？哦。我再拉，别下播，我等会还要打你，有钱了，我会打你。你别下播，直接是这样子啊。哎，粉丝牌，那你等着，你小心啊！这次我不发你别的，我跟你说。有个主播，飞扬克哥，你问他，他想打我吗？他家大哥来了。喝酒跟大伙说。哎，我没有加千亿的微信呢，马上啊。后羿，我来，你先把这其他人拉进来。你拉嘛，对我这在我这边加一下千亿的微信、我罚他个狠的。好，欢迎小阿康哥，我也懵了。你加我了吗？有机会看到他，应该是要罚别的。哎呀，不要不要输了不给你看啊！不给你看啊！来了，
让他输，让他输。谁的 VP 呀、啊？都在里面吗？都在里面，都在，都在，都在。嗯，这么强吗？看谁手气硬了。哎，我送上去，我让他给。哇哦，329块耶！对，又可以发红包了，发出来。拿来吧你，21块。啊，那我肯定全整37嘞。拿来吧你，双位数。拿来吧你啊，没有。37块。啊，那我肯定最少，我看一下。拿来吧你1块。兔子。啊！我要死了，原地去世。没事，你赢了呀，对不对？你们赢了的呀，你是 PK 条你赢了呀。我就1块。你 PK 条赢了，你1块有没有1块都没关系的，问题不大。太难了。好玩什么好玩？好玩什么？还不如不抢，抢个寂寞。抢了个寂寞。对了，我错了啊。那就灰灰啦，好，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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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哦！都抢1块钱，可爱死了。都没抢四灯。等下我回小姨微信啊。回他一下。他小花又改名字了，他小花不知道咋的了。九哥，九哥改名字呗，酷酷改名字呗。对呀，最近怎么点了？欢迎欧尼酱，欢迎百度，不敢是吧？盗号了，我要找黑客去盗号了。哎，有那种吗？有那种盗号的黑客吗？我要作弊呀，你要做最色的那个老色批。我有发型吗？真行啊，思音，我的日子越来越有盼头了。欢迎资源哥，哎，我苏某人越来越有盼头了。有没有 DJ？ 有没有 DJ？ 我说你这里呢？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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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正人君子。我的 DJ 呢？They want me to go get that cash. They want me to go bring it back.They want me to break it off to them, but I ain't gonna have none of that. They want me to go get that cash. They want me to go bring it back. They want me to break it off to them, but I ain't gonna have none of that.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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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 去学个打碟吧，我在直播间打碟。感觉绅士啊，灯一关，摇头，就在直播间摇头就可以了。只能点我啊，最近太严了，秩序组最近都疯了。冲业绩，我怀疑他们在冲。
年是不是二月份呀？改名又无事，你太喵的，我送你改名卡。今天有个套痛苦面具，不是他吗？这样子啊，眼睛闭起来，这样子闭起来不就是了吗？痛苦面具闭起来啊，然后再晃两下不就是痛苦面具了吗？就是猫头的痛苦面具没事，但是人脸的痛苦面具不行啊。换一下两个，你出去干嘛呢？是不是出去看美女去了？那是恶龙咆哮，你确定吗？你确定这是恶龙咆哮？什么玩意？痛苦面具啊！刚刚那个是痛苦面具了。痛苦面具。But I ain't gonna have none of that. 人脸，我的脸，可以啊，你干活很快呀、啊，你很迅速啊，铁子。再看看吧，你看看人家，看看学着点。你真的是，你的手是这直播间最快的一个，我想看看上一个手快不快，手行不行？噔噔噔噔，小英是小明改的，守护最好的苏英。我说让他改苏英的小星星。你的补刀不行，应该让他们补刀，你负责出刀。你还说我今天为什么不点 PK， 我给你看一下，我的 PK 没有选择，如果我点 PK 就只有他一个人，我才不点他。昨天上当上的够多了，昨天那一当上的我再也不好了。虎牙有没有永久改名？你可以改了之后永久不改名，你要改吗？改苏英上来。没有选择的，这个人碰不得，花千骨不能碰的。哪有？改苏英换个姿势，怎么的？还要给你来个十八般武艺是不是？快呀快呀快呀，杀他杀他杀他，给他祭天了。这会还是那个小赛吧，这会小赛的播。感谢明星哥，谢谢明星。不对，我应该叫 BB， 叫杜明星吧。谢谢杜明星的六六。对啊，我给你备注一下，我给上海哥换个备注啊。给他改了个备注。下一个你扣个一，你扣个一。我好奇你换了个啥，你让他扣个一你就知道了。上来吧，我打回去没有给你备注，扣一没有用啊。你说我要改扣一吗？可以啊，应该没有意见吧，他不能够有意见吧。
试试，你看你改了两个，可能会不和谐。我来了，最爱的，你最爱的是个家人吧？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对不对？时间可能要去那个，过段时间要去外地，我要去说合同的事情。你刚说那家人是男的吗？哦，误会了，森森，我没有钱。你如果觉得我没钱也能玩的话，那你就拉我。如果你们要打 GDP 的话，就算了，没钱。要挂件的话可以拉我。好痛啊！外地是哪里？苏州。哦，对，杭州还是哪里？这上次跟我说是哪里？感谢我 T 爸爸送来的三组一三一四，感谢我的 T 米爸爸。我忘了上次跟我说是哪里了。说是苏州还是杭州啊？就亲爱的听你爸爸送来的四组一三一四，应该后面吧，应该要过段时间，因为我合同还没有到期。这个妈妈被你帅气的样子就是惊艳到了，送点花花。听你号里还有多少啊？惊艳到了，连语音跟我讲的。嗯，咱们说没有，我们十多个 W， 只有见面谈一下，差一个人。我再给你看看谁带的，看一下怎么讲。我该用什么状态告诉你，我最大的遗憾就是你。哇，谁呢？好，他们一起开始送花了。去苏州的话来无锡，我请我吃饭吧。不是不可以，当然可以吃饭，开什么玩笑，吃饭。你咋这么爱打碎？你只要别吃太贵的，我问题都不大。你要是吃太贵的那我怕我请不起。他俩对着送，走。真不错。妈妈不跟他送了。小宝哥，欢迎龟蛋，欢迎龟舞。坚果呢？鬼舞，心意呢？因为当时他们刚好是要一起去嘛，然后我说那就，他们刚好要去那边谈事情，他说是，是说专门找我谈，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刚好。好吧。我看看我这边拉谁，请吃饭回去，大白天的，光天化日之下，还能咋地？光天化日之下，朗朗乾坤。欢迎妖爷，哇，这不是妖爷吗？欢迎妖爷，我该用什么状态？我看喜儿干啥呢？欢迎妖爷走进我的直播间，欢迎妖爷。确定？甜心呢？欢迎我妖爷，欢迎我妖爷。妖爷。啊，好。爸爸已经开始送上粑粑了。欢迎哥。这照片，你可真行，你日子越来越有盼头了。错过，你是越来越有盼头了，天哲。对，你拉一首小橙子吧，给小橙子拉进来吧。当时今天刚换过来的。小橙子是吗？273、273、279。加硬了吗？其实真的是。对，加硬了。那我铁定不能请你吃饭了，我不想让你就是在那里面吃免费的饭，不行，不能坑害你。谁是免费的？哦，要从你队要工作了，啊、你在里面应该是。沧海，你好良心，你是不是吃过一沧海？啊，不是，不是说，不是说他呀。Hello，Hello。哎呀，我现在中午家里人都不在了耶。欢迎晴的香飘。没事，您随便玩呗。我准备想跳会舞的。别。
那你去吧，那你要是你要想跳舞的话你就去吧。对，我要不先跳跳舞，晚一点再玩。走，那你去吧。错了，拜拜。上海怎么那么聊天？林美熙，对呀、啊，林美熙。哎，我今天是不是有三次？我三次匹配有了吧？你可以拉小小，是不是可以加人气了？你拉就完了呗，拉你的就。看一下匹配人气。欢迎，我是另一个。看看我能不能加人气了。哎，这次结束我又可以加人气了。谢谢你的订阅。三次 PK 任务可以过掉了。你是弟弟，不，你是好哥哥。你俩刷不累吗？欢迎帅哥。你知道你是在找外面找跳舞的小姐姐吗？上海哥是在、哎、是在那个上海吧？哎、来了，你扣个一，你看一下我给你的备注。欢迎旭哥，玉哥才是好哥哥，跟我一起去看。我一会儿我也要去看看。我去白嫖。玉哥是哥。来，跟我干一场。这次结束可以加人气啦，可以加人气啦。然后呢，你是好哥哥。来，准备。好了，紧张而又刺激的珊珊开始了。这把破命。看的什么？我们要不要做一下能量石啊？能不能？哎呀，我是千影啊。哎，对呀，又是。上海啊。好巧。欢迎我玄子回家。冲没有说错啊，我说错了，我未说错了吧？我们记得我没有记错呀。起步的，太吓人了。鬼五哥哥，我们要不要开一下石头？我们抽一下石头好不好？鬼叔，鬼叔，鬼叔，可以给我，鬼叔可以给我。我没有记错吧？呱唧呱唧睡觉了，别睡呀！别睡呀，大宝贝！谢谢鬼叔，我们破百了，请对面。想知道你给他备，我给他备注是这个。能不能破破蛋什么的？咱们对呀、啊，我记得我们没有就是破个蛋的呀。没有虎娘那边。那不行，大宝宝，大宝贝先别睡呀、啊，我生通宵了，你再陪我一下。我们米关米关，对面的男主持人，我们这样吧，跟你突。苏英和瞌睡兔突小小和千英突突，我突不了。哎，我不敢跟他说，跟他说我突不了。为什么？颜值没法突。感谢妈妈送来的。哇，哦，他那个是颜值。小小嗓子让我夺完了。谢谢哥哥的狗狗的肉。谢谢。那我陪你，我陪你，那苏英和千英突小小和米关突。我和关哥突啊。行，小小，你要突吗？小小。你邀请我，我突不过他呀！来来来来来来，完了，谢谢你邀请我，我谢谢你。我感觉我会，不应该叫孙一凡下去了。谢谢你们，谢谢狗哥，谢谢三千只羊，店主只能坐在这里微笑的。欢迎宝哥，是的，欢迎宝哥。欢迎手撕鬼。我有那个你邀请我太难喝了。哎呀，好，欢迎东强，好烦啊。然后我感觉又要折磨我。咱们打一把，打一把。对，苏英和千英打一把呗。开石头吗？铁的。啊，我刚刚就送给他了。咱们直接送星光吧。再来一把，你俩再来一把。石头里头他没有。那你邀请我吧，很快积极。真的。现在官儿就缺年度星光，不缺别的。明知邀请一下苏一曼。明知山有虎啊，这叫什么？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大宝贝，保我一下尊严可以吗？大宝贝，给你复仇机会啊！看他有钱没有？人家也没有扣个一上个阵的。去改苏英动起来！人家也没有扣个一上上阵的，兄弟们。之前有个琵琶高凉凉。家人们，别拿呀！你管我电脑哦。咱家有那啥吗？有没有？知道了，知道了。我怎么，哎呀，怎么回事？怎么是空白的呀？我电了，你想上阵来？扣个八。哎呀，救救苏英吧，铁铁们！感谢流氓兔，谢流氓兔的粉丝牌。咱家连扣一的都没有了吗？我要连跪了，我们家扣八，我们家扣八上个阵吧。还有扣八，我们家扣八，我来给你扣个一啊！你给我扣四啊！你说小心小心，你猜我是谁？你先给我点上来。我们家扣个八，你看到那么多人，是你我。啊，这个我们扣个一，扣个一。你是不是先报个电话？你猜对不
他们家可让我先抱两个将军，给我点尊严，大宝贝。让俺抱个将军。欢迎我春秋哥。还没有唱了，没有唱开始了。哦，他们家已经有两个人了。谢谢大宝贝。来，咱们扣个一，扣个一，扣个一。我们家扣八。哎，他已经准备了，老师准备了。抽到金豆，什么都没有的。不要让他给我们秒了。我们有虎娘的时候还有，别让他秒，别让他秒，别让他秒，给我，给我，给我，别让他秒了。有虎娘的上个虎娘，没有虎娘的上个金豆，没有金豆的扣个八。这是全虎牙洞哪里都在扣八。大宝贝，你赶紧给我，不然的话我们我们有没有？哎呀哎呀，还是我错过行啊！欢迎威娘哥。一天搞的都六六行。谢谢大宝贝，感谢大七啊，谢谢灿灿。续费呀、啊！是的，要续费才划算。为什么有我们公会的爷爷？绝不上万。零啊！我上了多好看啊！你上了之后把我好看，我上了一下就好看了。没事没事了。去了，我怎么没看到续费、啊？一会儿那什么吧，一会儿。欢迎峰哥。你在哪里续的？谢谢你啊！就续了一次五十啊，当然续。我老头哥，没用技巧赢了一百个。哦，是的。哥，你在外面续。是的，我好像刚刚。刚刚好像我们用孙子兵法也赢了一把，公爵是吗？如果公爵，春秋哥能打字了，他十二号就能打字了。我们要不要专业打清朝的民间大哥呀？我们差的不多，差了一本魔法书。你看我心动的心动，欢迎玉哥，春秋哥牛啊！欢迎玉哥，出门偷偷的续费。欢迎哥。还有两分钟，咱们就差的不多，咱就差一百块钱，能不能使点劲啥再拉出一百块钱出来？我就喜欢自己穿自己，因为女人包点，我可以不报。哇，现小仙女的，我可以感谢，不报点。好哥，能。牛！我严重怀疑你是怕我算续费。但是我找不到证据。欢迎哥哥哥哥。哇，谢谢哥哥哥哥2500个星光。走了，吃饭去吧，宝哥。我打算这两天我已经下播吃饭睡觉，然后吃个饭。我打算睡一觉开播的时候。欢迎半城烟山，欢迎初月哥。今天我就能多休息一会儿。干到两点，我的天哪！还记得给我送牌子？谁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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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感觉大爷在骂你，欢迎我村秋哥回家。两分钟塞一张纸啊，往嘴里头。两分钟塞一张纸。哎呀呀！两分钟在嘴巴里面塞一张纸、啊。欢迎我村秋哥。对，两分钟塞一张，塞不了几张。我去，这个惩罚。啊，两分钟一张，两分钟一张啊！你们还有一分十秒的拉票时间啊！睡着了。我们就差100块钱。听我谈心。我们为了不往嘴巴里面塞纸啊，让他们塞，让他们塞一嘴。我们晚上再走一走，别、啊、吹牛逼啊！啊，别放大话。突然一下子，我就好好奇你是谁呢？咱们还能不能这个？欢迎余生哥，感觉、不稳。欢迎余生哥。怎么瞬间这么安静？怪不习惯的。哎，你们瞬间你们怎么突然你们那么安静了、啊哎？可能是家里真没有好歌在，这是真拉不出来了。默默不吭声，必有妖，必在作妖。来，还有十秒。看你说，必在作妖，说吧。你们在偷偷摸摸的看谁？要塞子了，要塞子。背着我。来啊，还弄个，第一张纸，塞第一张纸，塞嘴巴里啊，塞嘴巴里的，塞嘴巴里，两分钟一张，八分钟的时候就塞一张，什么东西啊，纸塞到嘴里面，嘴里的，对，塞到嘴里的，这什么惩罚啊，就差100块钱，两分钟一张纸了，两分钟一张，哎我操，现在罚这么大了吗？黑纸大，哎呀，黑纸，黑纸还大吗？他让我黄高啊！你们都塞得这么里面呀！我靠，挺累的。小仙女也太好了吧！谢谢小仙女的粉丝牌。黑方吗？哦，好酷了！两分钟一张纸。哇，感谢天梦哥的守护之盾，是天梦哥。我想吐，来，怎么得把茶具再拉一拉？好想吐了，这个喊着真的好想吐啊，眼泪都下来了。欢迎沙虫队长走进我们直播间，欢迎沙虫队长。这个天梦哥，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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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你们还有35秒时间，马上就随第二张了。我好烦啊，这太多了。来，一张我都想吐。马上就破千了。吃啥都是钱，我很开心。喂。对啊。谢天梦哥。喂，你好。啊，这个真是好想吐啊。没事，谢天梦哥，守护之盾也好。那囤点子。好好好。这个缠着真的好难受。欢迎吧。看一下2300元是多少钱？2300元是多少钱？230。差多少呀？7、8、9。还100。第二张纸了，口水出来。第二张了啊，第二张。哎，这水塞满。我感觉我脸像个猪头，今天有没有那个时候就是没睡好，睡醒的时候感觉我脸像猪头的样子。怎么开不进去啊？这个生盘子好快呀、我想吐，我吐。而他塞的好里面啊。梦哥，像风哥已经。没事，塞哪儿塞哪儿都行，主要是在嘴里头就行。黄，对，有守护才能放手。黄哥，好好好，哥哥，小仙女啊，小姐姐，太会撒网了，真的会撒网，让我透视镜，没有啥特别的作用，但是好看。欢迎三宝宝们，欢迎三宝宝们。哎呦！
来，还有三十秒啊，三十秒时间，马上塞第二张。我死了！真的，你怎么？太爽了！嗯，这多少钱罚这么过分？发黑音乐是吧？加分还可以薅羊毛。来，还有十五秒。你看这四倍呀，一璇，你看四倍的话，刷礼物刷星光也是四倍亲密的。嗯。上限提升了不说，礼物也会就是四倍的亲密度，升牌子可快了。嗯。拿出来，好，小心你。好。可以再放一张了。一百个粉丝牌就能四倍。别太想我了，这啊。这是最后一张了，这是最后一张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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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让你们飞了，啊，不让你们飞了。那我不会。一会儿剩三分钟的时候，实在这没点上的话，你们就拿下来吧，剩三分钟。再见，再见，你啊，再拉拉票。嗯，好的。不是，我也叫谁要叫谁干啥山呀？我也叫。但是现在我有金牌子，金色也好看。欢迎随缘哥走进直播间，欢迎随缘哥，欢迎小火龙。看这是24小火龙的心，那完了，那你是不想送紫了？我看你这个架势，这样紫色的时候你把它挡上，然后干嘛跟你发火看就行了。再坚持坚持啊，我还有两分钟。欢迎小火龙哥。反正我九个全能上了，啊！啊！九个，感谢九个。谁的？你再给我一块钱就是我。发人了。不是你先跟我说。哎呦操！妈呀，又追上了。你告诉我发了吗？我忘了，快点！没事，先破个千呗。哎，小迷弟。分间不能讲话哦，眼泪要出来了。分间哥的八组，你得拉大一点。谢分间哥的九组，谢分间哥的十组，六六星光。别给我进啊！是你之前说那个啊、哦，一个男的的哦，我知道了，随风蛮王嘛，是吧？你跟我说过那个，玩一个那个好像名字，好烦这个。我这车好烦。刚后过万人晚啊，好凉了。居然是满口的口水。看了一个。欢迎邓靠龟。来，你们还有这个十五秒就可以把纸拿下来了。还挺好看。是啥？好了。拿下来吧，拿下来了，对吧？拿下来吧，拿下来吧，拿下来吧。好。啊，等等等等。上次二十。这纸巾给你用，我实在受不了了，我两天没吃饭了，我还是得吃饭，这得减不了了。哎呦我操，两天都不吃饭啊！我不知道可以拿下来，我没有听到说拿，没有听到拿下来。我已经一百斤了，又恶心我。要。我这条减肥。不行，我还是要这个惩罚。啊，这个惩罚真的好新鲜。已经见他喵了，人不好受。怎么了？怎么了哥？怎么了姐夫？我感觉直播坐在这可累了。主要三十四级牌子是真漂亮啊，真漂亮，真漂亮，姐夫，真漂亮啊，真漂亮。我忘了。他说他已经一百了，就是怎么说？是一百也胖，是这意思不？这是抽了吧？嗯，不是吧，铁铁？一百也胖。不是吧，铁哲，这都成。
女孩子都是嫌自己胖的，不控制饮食怎么？你说一忙买这个，你像的妹呀、啊，你陈汉。以前几百啊，那以前可能是一百多，然后呢？我以前是个大胖子，我最胖的时候有140斤过，后来减肥减下来的。我操，跟我一样啊，哥呀！真的吗？崔一毛，后来减肥减下来了。现在跟我一样啊！现在不是，我是全身胖。崔一块，你能不能多出点运费都不够，真的是小太吓人了。因为你的屁股都凉了。对，然后减肥减下来了。想吃罐花羊粉，哎，看直播呢，看直播不是放松的吗？你等等，有没有出10块钱的？我感觉我也胖了，是啊是啊，只是我减不下来，他差一个星光，他差一个星光，放点行，不行，我得把那个肚子给整没他。哇啊啊啊啊！感谢芬芳哥哥的星光赞。嗯，可能你家里的大哥呢，就说实话，就想看你喊着那个比星星。看了我很。还有嘴巴哥。哟，可可。来，还有最后15秒，还有真好看。嗯，星光真好看。星光阵真的也挺好看的，嗯，特效的话，特效真的帅呆了。主播说你吹，嗯，你没套路的他，你当人家是傻子，沧海。媳妇怎么过的呀？嗯，啊，叔叔没当他当太聪明的人啊。这一会儿下播了，我播不住了。我打这把 PK。欢迎小灰灰。我再问问我姐夫有没有什么指示。啊、那我也问问，姐夫想不想听歌啊？嗯，这关啥这一块？你这笔心我看着如何安排这一块？欢迎我姐夫，谢谢芬芳哥。不知道姐夫对西这一块还有没有什么吩咐？亲密棒，还想看什么表演？耐心棒吗？我的心都是在嘴这。是的，嗯嗯嗯嗯，好，那么我们也不要医药费啊，就1000块钱。惩罚是我们做的，有序立场，好不好？花花离开吧，有序立场，还是有序好的，一点点。咱们有序离场，有序离场。拜拜，灰灰。拜拜了，拜拜了，灰灰灰灰灰，拜拜大家，拜拜。欢迎天哲，当当当当，你是要不一样的还是要一样的呀？在掐猫，三猫，这是我们女生的秘诀，散就是那种散粉，敷在就是散粉敷在这上面，敷在这上面，然后它就会变得很顺滑。等等等，人家比的奶心都是那种这样的，这样子奶心。哦，比心掐猫，咯咯咯咯咯。穿了，我跟你讲，嗯，你要退了吗？你好，我听芬芳说你很厉害，你是说跳舞吗？为了不上吗？那你就不上呗，你非要退，不上咱就不上。虎牙，我跟你说，虎牙跳舞的主播都很厉害的。
他们都很狂的。我也来冲漫步，冰冷的，欢迎三哥。我不行，我这个背就能看见，你们看不见。哦，他的名字是情侣的那种，哎，贱内就是贱内的意思，就是你的老婆。芬芳是他的老婆。什么？你吃毒石做什么？点给我们看，谁吃毒石？啊！贱内不是一个人吗？哦，不对，芬芳不是一个人吗？没有呀，不是。啊，我还以为你老婆叫芬芳呢。再手速比不过你的，你们是一个团啊，建立团。push， 你今天没说想我。阿阳说我在直播间，等一下我先跟他调一下。老婆是芬芳，芬芳不会是于大大吧？竟然没有说想我，他说我今天没有说想他。哎呀，我都在直播间，我想他都想哭好几回了。打不了他，我都有点想念他了，我想念他的屁股了。说我很开心。啊哈哈哈，你大大的女粉。那你给于大大刷，他会不会吃醋啊？什么点五九九九九星光可以点五。阿阳，我是在苦中作乐好吗？我并没有，我并没有很开心啊。刚刚都没人说点我，你就感谢他？天哪，这是什么？朋友妻不可欺，你知不知道？我把我们群的人叫来了，在你。但是要让大家一起看见，我是不会帮你们转发的，好吧？我是不会转发的，你们不准想，只可以我想，懂了吗？你们只能想我。我是不会转发的，一个字我都不会转发的。噔噔噔噔噔噔噔。不可以撬我的女人。大家只是路过的，大家就是顺便过来看看我的，从我这里路过而已，我都懂。翘的跟啥？你们这些人真的是。Dance, do the stripper dance. 啊，是大哥，是我穿裤子。